高贵的一个结果。那另外我们也会关注西藏，它算是藏族，它算是一个南亚的印度文明跟中国文明之间交流的一个激荡出来的一个结果。你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底下，让我们这一个关于华人文化的研究有更新的一个面貌。好，那我想我就不多占用这个张老师的时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老师。谢谢蔡老师，蔡老师，祝老师，在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非常高兴的机会来到文学院，我也是文学院毕业的，所以我觉得回到母院的感觉很高兴。我追随历史，那我个人觉得有机会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自己来，关于观察中国伊斯兰相关问题的一些心得。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这个顶尖大学啊，常常有些顶尖社会出现一些顶尖问题，我们要忍耐一下。谢谢刚蔡老师的介绍啊，我不敢讲第一、第二，因为在台湾做中国穆斯林研究的学者真的不超过我。啊，今天讲我说朱老师的夫人啊，郑师母也算啊，然后在今天日本东京大学来的海野老师啊，我们的这个访问学人哈。啊再加起来就超过5个人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领域哈，不敢讲第一或第二，因为每次参加武林大会就我一个人报名哈，所以第一名跟最后一名也是我哈。但是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同学都关心族群、文化、宗教，都知道伊斯兰这个概念哈，对东亚文明来讲很陌生。我们讲到东亚文明就废了，那个 stereotype 啊，儒家文化、佛家文化，我们常常忽略从七世纪以后。到底伊斯兰文明对于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而且影响到今天还存在，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在台湾烧这个小灶啊，虽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灶，但变成一个大神不可能轻易的消失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啊，也很荣幸啊，蔡老师的研究团队啊，还有文学邀请我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当然我第一，那我今天报的题目哈，叫真教不真。然后中国伊斯兰的危机与转机，这是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一本算是科普性质的书的一个题目。我很多中国大陆朋友，尤其是交往很深的中国大陆朋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非常讶异，哪有危机啊，你们台湾人在唱衰我，尤其在两岸这种比较诡谲的氛围下，我希望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台湾人看中国大陆相关事务的时候，我尽量希望各位能够摆脱一种当前这种政治乱象上的这种所谓的蓝绿格局或蓝绿红白格局。我觉得从历史现状还有比较超脱的角度来看，到底作为一个台湾人怎么来关心中国大陆的相关议题，包括伊斯兰问题。我现在比较担心是台湾人因为某种政治的氛围，因为一种敌对的关系，我们对对岸产生很多想当然尔的一种发展方向，甚至我觉得不健康。我常跟我的学生讲，以色列的高中生必修阿拉伯语，但不是为了研究什么1001夜啊，也不是为了多元文化教学啊，因为那是敌人的语言。就去进入台湾，我觉得我们做伊斯兰研究常非常有误解，好像说为什么谈出的问题不研究？我不知道蔡老师抱这种质疑哈，有人说张老师不研究台湾回教啊，台湾回教不值得研究是？不是，台湾应该作为一个研究华人现象的一个重镇。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东南亚，包括海外世界，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但我们现在把太多的精神花在我们自己所谓的本土概念上。本土不是不对，本土应该关注，好像请全国之力只关心本土，真的是自陷一种岛国情节。我们在座海野老师很清楚，
日本的学界称研究自己日本的族群文化社会叫民俗学，叫 folklore。日本的民族学是研究海外的，冲绳都不太算，冲绳非常的吊诡。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关心华人世界的相关议题，包括中国大议题的时候，应该多面向。我甘心做个小齿轮，我也知道在民族学也好，一三一九也好，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显学。但作为一个民主开放社会的多元性质现象当中，我觉得这个尺度不要消失。所以我常跟蔡老师啊，我们两只狗叫，我们多自勉一下。蔡老师做中国伊斯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思想史啊，这个成绩是我达不到的。我是做民族学的，是历史人类学。谢谢。哎，今天啊，郭伦好，谢谢。就先报告这个真教真骨啊，当前中国伊斯兰的危机与转机哈。为什么有危机？为什么有转机？啊，不要说有危机就共匪暴政，我就那很直接来讲，这危机的意思啊，我两位特别提到，也包括伊斯兰的中国一千多年来一个世俗化的过程里面，当前受到一个全球化影响，当前受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我称为叫多元化影响或现代化影响之下，这一千年来的中国伊斯兰，它怎么去面对一个当代的挑战？所以这个危机不光纯是政治，当政治上带来的危机也有，我要跟我来做一些等一下的分析。所以按照蔡老师给我的时间，我现在会讲到11:30，留下3分钟时间，请蔡老师、朱老师还在场的各位老师同学多指正。今天我报告题目很多，我尽量把它给简化。第一个，我谈到中国伊斯兰文明的属性，它在达尔伊斯兰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一个地位。我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做演讲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对中国伊斯兰感兴趣的人，他不像我们这种已经入了点门的人，有些比较基本的了解。很多人对伊斯兰到底跟中国的文明属性是什么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述。第二是盛世哈，我想当前的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中国大陆70年，这盛世在一些出现了一个新危机。我们现在网络资讯很多哈，包括很多所谓的反华媒体。都是说，这个盛世下出现了一些危机，这个民族国家的体制、政治世俗化，以绝对国家权力下的中国伊斯兰，它到底现在发展的方向何去何从？我们来观察这个中共建政以来的70年，伊斯兰教所产生的相关影响是什么？我们不要用那种非常国民党式的或民进党式的那种对中国大陆政权的仇视的态度，就事论事来看啊。第三就是文明冲突论的中国现代版。我最近非常关心的是伊斯兰国别，这次我提到就伊斯兰仇恐情节充斥下这个回汉共生社会。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不是回民本身或伊斯兰穆斯林本身在中国的一个存续状态，是广大的13亿人口整人口国家当中12亿是属于的汉人，汉人怎么看伊斯兰教，怎么看穆斯林。第四就是我的主题，是政教的政府，当代国主义爱国爱教论的一个制约效应，中共这几年特别强调再重新提到爱国爱教论。当然第五个谈到现在大家非常关注但是有一点云里看花的新疆问题，谈中国的伊斯兰的现代问题不能不谈新疆，但新疆问题是另外一个，不光是语境，在它整个发展的脉络它特色来看的话，新疆是最后来谈一下危机可以带动转机的出现。首先谈中国伊斯兰的文明属性以及在达尔伊斯兰的地位，达尔伊斯兰就是伊斯兰世界，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最晚出现的一神教信仰，这是美国巴蒂法则很有名的一期的封面啊，亚伯拉罕啊，他是三个信仰的这个始祖，叫伊斯兰、犹太教、基督宗教。我个人有个看法，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某种比较偏执的看法，来源是在于，因为我觉得西方的文明一直认为一神教是他们的独特产物，从犹太教到基督宗教，尤其基督宗教在2000年来对西方文明的形塑效应。所以在西方人很自豪的一种文明的一种本位观里面，认为一神教是西方文明的支柱。可西元7世纪时候出现一个一神教，出现一个，我不好意思用负面词讲法，有些西方人说这是个私生子啊，或者是一个婚外情哈、啊，这不该出现一个另外一个子孙了、啊。西元7世纪时候，从原来的基督宗教跟犹太教，原来的基督宗教跟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伊斯兰。而它的主要传播对象不是西方社会，
所以伊斯兰教变成一神教，在整个世界宗教体系过去阶段来到中一个非常特殊现象，而它的发展是急速的，它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宗教在历史上就出现了一段时期之后就走向了历史当中就不再出现了啊。说中国过去有拜火教，所谓索罗亚德信仰，有这个基督宗教里的所谓的这个景教啊，这些中国都不存在，还摩尼教。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仰也好，基督宗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我们作为一个东亚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来看看它的文明属性。首先谈到这个中世纪的伊斯兰那个全球化，我个人常讲，这 globalization 的概念，全球化的概念，是现代化的，是西方从1492年以后500年来，靠着所谓的航海时代，靠着帝国主义，靠着殖民扩张所造成，乃至到今天。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之前，最早出现类全球化现象是伊斯兰世界，它对外扩张，对不对？那时候美洲还没发现，没被发现啊。站在原住民上来看的话，被发现是一个灾难。像这我们台湾的比喻，叫做台湾400年史，这不公平的是，汉人欺负原住民400年史，汉人入侵台湾400年史。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全球化的概念在西元7世纪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群像过程里面，其实中国这个图画有点简约哈。中国是伊斯兰在西元7世纪开始的群像化过程当中的一个主，另外一个分布地区。所以我们谈伊斯兰群像化里面，我个人觉得不要忽略了中国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它算是被影响，就像东南亚一样，东南亚世界也是被影响，包括印度，北印度地区也是被影响，北非地区也是被影响。所有我们说西亚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方都是被影响的。另外就是西方文明史当中的萨拉森文明，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包括读历史系的同学，西方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西洋文明史叫 Western Civilization， 这些教科书或专业书里面一定留个专章给萨拉森文明，就中世纪时候的你知道所谓的穆斯林或阿拉伯帝国，包括我们所说的从古马王当主要长的是阿拉斯王朝，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叫做塞浦土耳其人等等，这个萨拉森，我个人觉得哈，为什么西方人写西方文明史的时候一定要留 chapter 给穆斯林？不是多元文化，因为西方人很清楚，文艺复兴之前 ，Renaissance 之前，我个人的看法，伊斯兰世界像一个大冰箱，把中世纪以来、黑暗时代以来、希腊罗马的某些文明文化，以及所谓的希腊化时代这些文化，包括科技。它保存下来，让这段不至于腐败。等到文艺复兴，西方开始兴起的时候，它从伊斯兰冰箱里面给拿出些东西来。我是这个简单的比喻啊，西方人很清楚，不是同源文化，但是萨拉森文明在西方文明的一个15世纪的建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助力。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几何啦、天文学啦、医学啦、哲学啦这些东西，包括希腊化时代的。就是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给他一个合理的定位，这是应该的。我们不要讲现在什么恐怖主义啦，我们现在不要讲什么冷战之后的多极化的对立啦，至少伊斯兰文明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西方人很持平的给他一个定位。当代归当代，当代这些纷扰、强国之间这种对立，什么石油资源的什么战略资源，这是一回事。讲文明行错的时候，西方人给了伊斯兰一个合理的定位。那中国在自己论述文明的时候，有给伊斯兰教一个类似的合理定位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我本身我也不是穆斯林，我也不听穆斯林讲什么话，我只讲什么是纯粹站在一个学历史的学民族学的立场，我认为在谈中国文明的时候，应该给伊斯兰文明一个合理的定位。所以谈到伊斯兰的中国的时候，蔡老师忍耐一下，这个图我出来好几次了，我必须要跟一些可能对中国伊斯兰了解刚刚接触的一些朋友们呢，我要做一个导论。伊斯兰的中国，它有在地化跟全球化的互动意义。我们就谈，今天谈伊斯兰对中国文明又产生影响，是两个过程，一个叫 localization， 另外这个字比较怪哈，你用 word 打的话出现了红字，还有你打错字啊，叫 ethnicization， 族群化。中国的文明一直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外来宗教在中国是个典型的文化入超现象，就我们输出的东西比较少。进口东西比较多，比如说典章制度啦、儒家思想啦、达成佛教啦，甚至说这个语言文字啦，
都是中国所谓的中国民对东亚地区的一个大量的一个输出的现象。但是外来宗教，中国不是没有本土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一个本土化过程会很清楚，它是把这些思想、把这些教义，让在地的中国所谓的华夏人群，它是 convert， 它是皈依的一个过程，它这个皈依的过程。可伊斯兰教的中国，它不是只是把当地的某一些原来信仰其他宗教人给 convert， 是从最早上唐宋时期开始，它形成一个高潮是在元代，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来到中国定居，而这个定居过程里面并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完全同化的影响，除了信仰之外，其他尽量做到跟华夏文明产生一种共存的一种现象，我称叫共生境界。所以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产生一个外宗教来看非常特别的，信仰者大量跑到中国来。我们从小读原明史知道，元朝时候的色目人，我们常说这个色目人怎么解释啊？同学都说色目人眼睛啊都忘了，眼睛是带蓝色绿色的哈，色目人。我常跟同学们讲，这个色目人，这色目两个字不是 the color eyes。更不是个色眯眯怪叔叔的色目人，色目人色就是各式各样目的种类，色目人翻译成英文叫 multi categories， 他多年来到中亚，就中亚西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的人群，因为蒙古的西征、蒙古帝国的建立来到中国，而且蒙古人大量利用这群人来统治什么华夏社会，而且不是把它放在所谓的遥远的边疆地区，是中国内地的水陆要冲。就先各位到中国大陆去看，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市中心地带都有清真寺，是穆斯林是中回族，穆斯林是中国应该叫都市市区少数民族的最主要来源。它是市区哦，不是只来个两三代的。所以这种市区化现象最明显从元代开始。以台北来讲的话，假如台北要是有色目人的话，会放在猫空这种地方的哈。包公段边区啊，一定放哪里？今天西门町啦，今天东区那带就是金华地带，而且把它变成探马赤军，变成探马赤军。而且蒙古人后来被元朝驱逐之后，这一群色目人继续留在中国的内部。虽然明朝的相关政策，包括大量的色目人，把大量的穆斯林把他给强迫迁移到江南以外的地区都有啊，这都是另外一个。所以这里面这个在地化跟族群化，是了解伊斯兰在中国行动当中两个主要趋势，包括到今天为止还是如此。所以谈到伊斯兰在中国的在地化里面，其中两个词叫回跟清真，我们知道回啊，为什么伊斯兰教在中国称为回教啊？从这个明代以来，伊斯兰就称叫回教、回教。回这个字表音啊，中国历史上凡是你觉得读起来没有其他意义的，就是表音。英国人不认为它英俊。美国不认为它是美，法国人认为它守法，德国人认为它道德。英法美德俄都是翻译它的音，所以回这个字也是音。就像女真、蒙古、契丹、满洲、鲜卑、匈奴一样，是翻其音，不其意。回就来自维吾尔，我们说维吾尔是回纥来的回。元代以来，这个西域地区都称叫回纥，所以回纥人信仰宗教叫回教。但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在地化的过程里面，它出现用在地的词汇，而且我个人觉得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个词汇叫清真。用清跟真，清就是 pure， 真就是 reality。用清跟真来表示什么呢？是中文对于伊斯兰的一神教 monotheism 它本质的一种描述。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明里面没有一神教，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一神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产。中国的文明形成过程里面没有出现过一神教这种体系。尤其佛教传入之后，和原来的道教或祖先崇拜都是多神信仰。这个 monotheism 这个概念是伊斯兰，所以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本质一种描述，是在饮食上啊，在饮食上啊，在他相关的事物上，凡是跟伊斯兰教有关系，清跟真这两个字来提醒穆斯林本身，也提醒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华夏社会人群。我在宁夏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是个九寨沟公园，我们也苏菲派啊。这个苏菲派的这个建筑里面，我很喜欢研究这个苏菲派的这个楹联门联。他们把这楹联，你看这个九寨亭公园里面，他这个楹联石雕楹联里面啊，他提到清跟真啊，清在各中一片，定心参本然。
再向外三经水月无根源，这苏菲派是修炼的，是这个神明主义的，一尘不染也清真，万缘同虚见真迹。所以清真两个字，它不光只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自我认知，它也变成生活上一种实践的根源。但是谈到中国伊斯兰的时候，谈到中国伊斯兰的概念，不管是它的族群化或在地化，我觉得有两个区块。到今天来讲，讲白了，若中华民国当年继承清朝的版图是宋朝的，今天满洲、新疆、蒙古都是邻国，没有少数民族的问题。可中华民国是继承了清朝的版图，中华民国是继承了中华民国1949年的中国大陆版图。所以今天边疆地区里面，都是我看到现在所看的，就是满洲、新疆、蒙古、西藏。这个中国伊斯兰的族群重要化社会特色两个区块，奠基于清代，奠基于清代。第一个，传统媒体说汉语的回民跟回族，不管怎么翻译啊，叫 Chinese speaking Muslims， 叫回 Muslims， 或者是像 Jonathan Lichtman 或者 Simon Muslims 啊，这就是所谓的汉回，或者新疆就成为风干。可是从乾隆26年以后，我们知道为了解决九个问题，乾隆将今天的天山南北路纳入到清朝的版图当中，而设置伊犁将军在当地进行一个军事跟政治的一个结合式的管理。在中国的穆斯林的这个群体当中，最起码从清代中叶开始，也就从大概18世纪初，就出现了讲突厥语的人群。等一下谈到新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比较特殊的发展脉络？是，我们不要讲什么汉唐盛世啊，我们也不要讲什么元朝时候的察哈台汗国。我最起码讲到，从乾隆26年以后，今天的北疆、南疆地区成为清朝的直辖领土。这样个人喜不喜欢是一回事，我也跟同学们讲，西藏，今天我们知道达赖政府啊，有要求等等，西藏至少在清朝时期确实是清朝的直辖领土，这是事实。你对于现在的政治怎么解读是一回事，我个人很反对是为了用现在的政治事实、政治需求去过度的去扭曲历史。历史本来就是个提款机嘛，看它提多少，对不对？那你不能把提款机给打破啊，对不对？不能把提款机这个恶搞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新疆的问题是在于讲突厥语的啊，接着说的这些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啊、穆斯林的塔塔尔、萨拉啊，这些 Turkic Muslim。清代称叫羌回，当然还有塔吉克高原，就帕米尔上讲波斯语，中国境内的伊朗人信仰什叶派穆斯林的塔吉克族，就中国伊斯兰教是两个群的。我刚讲过，这是清朝的版图啊，这是嘉靖年间的啊，这确实中国的族群文化的发展的定格。我觉得清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管个人怎么看，哎，那清朝对新疆殖民啊，什么，不管怎么讲。它是一个实质统治，包括台湾，我常说我们关心台湾史的人要关心一下清朝清史，毕竟在台湾所谓的过去的政治的发展上来讲，目前为止啊，我不知道中华民国有几年，至少到目前为止清朝统治过台湾将近200年的时间。所以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可以不关心清史吗？我们只关心日本统治时期，而对日本统治时期的某些认知还是选择性的。我常讲，我们是做学问的人，不应该像一些乡民一样常常过度，对，我不说我们多伟大，我说我们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对不对？中国的伊斯兰世界从清代开始就变得加上了突厥语的人群，就是新疆问题，不管你怎么去看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更不要说从1950年代开始，中共实施所谓的民族识别化，出现了10个所谓的穆斯林，最重要是回族。人回族人口将近1000000人，2011年的人口统计调查数据，最新一次是2011年啊，已经到了1000万。所以回族现在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他把满族给挤掉了。以前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人口最多是广西的壮族，第二位是满族，第三位就是回族，这回族变成第二位了。但是他再怎么样，也只有1000万。那整个中国穆斯林人口加起来总人数，这10个民族加起来人数，跟台湾总人数差不多。2300多万，就全世界有3个重要的2300多万，就是台湾2300万人口，中国穆斯林2300万人口，北韩2300万人口，都是2300万。所以我等一下会提到，我对现在中国伊斯兰发展的这种危机感，就出现一个基本的概念。
中国穆斯林人口加起来也不过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13亿人口里面有1亿是少数民族，这1亿少数民族里面有将近四分之一，2300万是穆斯林，所以穆斯林在中国少数民族概念里面的比例非常高。你说每4到5个，一个中国是号称少数民族人口里面，他有一个就是穆斯林。所以问题对中共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政问题。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碰到是什么？然后就提到那个伊斯兰这个伊斯兰 phobia 的概念，就是伊斯兰仇恐情节。我现在想做汉人的研究，我现在非常关心汉人怎么看伊斯兰教，不管是个人的、网络的等等。我现在最怕听到就是一个数学公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强国梦，打破鸦片战争以来的这种弱国形象，在一个伟大复兴的时期当中，让一个13亿人国家跻身于一个世界大国，把日本抵下去跟美国对抗，牺牲1亿人的权益是合理的。各位，我听到这句话，不是每个人都学民族学。你想想，一个13亿人的国家，在兴起过程中，假如真要损失什么的话，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盛世境界的时候，牺牲1亿人的权益合理、划算。就像过去农业时代，家里生10个孩子，有个小孩读书很，小弟弟读书读得很好，好，小弟弟，你好好读书，其他9个哥哥在家种田，让你好好读书，你去念大学，我们这个家族就可以兴盛。牺牲9个哥哥的权益，让小弟读大学，家长跟哥哥觉得说划算呢。现在我担心这种思维在汉人社会乃至在政府思维当中出现。中国的伟大复兴现在跟美国对干，现在超越日本，牺牲1亿人的权益，而且是牺牲异类的权益，异类哦，尤其这些戴个小白帽、也不知道信什么宗教信仰、讲话也听不懂的，这些都是什么？可以被牺牲掉。各位，我现在从一个民族学角度来看，我关注这个趋势的发展，这也是我今天这个演讲的一个要跟各位来分享或来讨论主题。所以回族哈，就讲汉语的穆斯林，它的分布跟中国少数民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的分布仅次于汉语。中国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分布这么广的，全中国大概2090几个县，这2090几个县在98%有回族的分布。我们讲到维吾尔族是在新疆嘛，我们讲到蒙古族在内蒙古，我们讲到什么苗族、瑶族、彝族那就在西南地区。讲到什么朝鲜族就在东北嘛，这是事实。可是回族不一样，对不对？它的分布就非常广。或者说，不是老王卖瓜，关心中国少数民族的话，回族是个很好的，在中国少数民族实验室里面，回族提供了最多的研究试管。但是这回族界也出现我会大家提到的一个困境，它各地有它明显的差异性，虽然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本体。是地区差异、区块效应还是存在的，所以从文化变迁、社会适应，还有族群不认同这个三个面向上来看的话，我很难用一种广深兼具的概念来呈现一个中国伊斯兰或中国穆斯林这种现象的完整性的内容，不容易。我自己比较关注是甘肃、宁夏、青海，所以西北地区。我个人就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我已经去了20多年了。讲得好听一点，我是越研究越深；讲难听一点，我是不是越来越偏执？比如说中国的回族大省，云南，还有中原地区，还有现在跟台湾一样，有大量的境外穆斯林，境外穆斯林来自非洲，来自南亚大陆，来自于所谓的西亚世界，甚至来自于东南亚，也在中国的穆斯林群体中聚居的沿海地区大量出现。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是否要在我的学术有生之年，我调整一下我的研究视野？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常去的甘肃、宁夏、青海，当地的回民社群所产生这种社会变迁的面貌是非常急速的。对研究民族学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 stagnation， 一个停滞的社会。民族学想研究一个变动型的社会，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做回族研究很大挑战，不可能每一个地方我都能够兼顾。但我自己找到一个地方想去深耕的话，会发现我会不会越陷越深，而欠缺一个整体面貌的呈现。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学术反思。
所以看全中国各地哈，这是在甘肃的开斋节啊，但今天我们很庆幸啊，从五月初开始啊，全世界15亿的穆斯林都进入到斋月，阿拉丹斋月啊，所以你看这是在甘肃的开斋，你看这是在河南啊，这在云南啊，这不在巴格达，这是在甘肃啊，甘肃一个苏菲派的清真寺里面，它是一半的女学，现在都完全被禁止了，是2004年我拍的照片。当时历史照片，现在这种宗教的教育现象基本上是被完全禁止。当时现象讲的对不对？还有连非常穷困的，连非常贫困的，青海东部的卡利邦山区，连讲藏话的穆斯林，讲藏语的穆斯林，他们首先讲是藏族，后来改信伊斯兰教，他们还保持这种传统的，用木板或者牛的筋甲、牛的肩胛骨，用木板等一下。写上古兰经的经文来学习阿拉伯语，这是我2009年在这个循化萨尔之前拍的，非常穷的家里面，这种自我学习的教育机制还存在。所以我今天要最后要分享，最后要提到的是中伊斯兰的危机，政治上给你这么大的制约性，中国的伊斯兰就可以从此就断根了吗？我个人看还是比较乐观的，宗教的现象跟其他文化现象不一样，你这种打压可能视为是磨难，可能它会让这种发展的契机，1000多年来的发展契机，就靠一个政权70年来努力，它就会消失。我觉得从人类上来看，罗马帝国要消灭基督教，罗马帝国消灭不了基督教，基督徒那是喂狮子了，罗马帝国基督徒很傲慢，今天便当又是基督徒，最后恐怕罗马帝国被基督教。所以我觉得人类怎么来面对政治去治理，甚至去消灭宗教过程中，我们总结哪些经验？历史不也是重复的？但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来思考、看待中国伊斯兰是有帮助。我觉得是，这种来自民间草根的力量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在座有些老师也做过田野调查，那不是讲给一些外人听的，或故意展现给外人看的，这种来自信仰的力量。有人说很愚昧，很多人说伊斯兰就是个愚昧的宗教，就是个杀人宗教，就是一个只会让自己自杀去杀人宗教，它并不存在自己有伤。那你从文化信仰来看的话，中国居然在这种伊斯兰教本来不应该出现的环境当中，出现了这种非常浓厚的这种文化生根的这种结构，这东西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它不是我看到的表象，从生活当中的实践更是明显，更不要说什么中华，这个是。在西北地区啊，清真寺的邦克楼，啊，这苏菲派的东北，这仿天坛呢就在甘肃啊康乐县，我不知道海野老师喜欢康乐县的木夫提拱北，木夫提的东拱北啊，西拱北是埋他们前八辈的 Sheikh 前八辈祖先，你看仿北京天坛，就是伊斯兰在中国社会不是这种所说的，就是阿拉伯式的啊，这种看到那种非常属于西亚风格。它不光是建筑物、语言各个方面来讲，它跟华人社会基本上是，我认为它形成一个共生结构 ，symbiosis。当时是我们看到受到西阿波影响的，这个是在宁夏地区，宁夏是很有名一个塞拉菲耶，塞拉菲耶的一个千佛岩清真寺，这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以这个伊赫瓦尼啊，就新兴宗派在今天青海西宁的东关大寺。他的姨妈们去年才刚过世，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姨妈，又造成了马耀祥这个新姨妈，因为有中共背景的，他又底下又不敢开交，所以这个是西宁的东关大寺，这个是我最常做田野调查的宁夏的老华清真寺，以前我去的时候这边还是那个传统中国木造清真寺，后来他们自己集资哦，政府出钱的盖一个是结合中西这种结合这个中国跟阿拉伯式建筑风格。我记得这个寺十多年前成立的时候，当地老人还跟我讲说，用当地宁夏话跟我说，推土机推要推3天。他们有那种50年代政治改革或者是文化大革命那种拆清真寺那种梦魇，那木造清真寺一天就推倒。那老汉说，要拆啊，推土机要推3天。还有这种过去政治干涉历史的那种政治干涉信仰的梦魇啊，在台北清真寺啊，台北清真寺。前面差点开玩笑，宗教所同学要做田野调查的话，现在难度非常好。你从台大的侧门开始，就基督教，真理，对不对？再往南走到了清真寺，
在旁边就是台湾最大的天主教圣家堂，在下面就是台湾最大的恩主公关公信仰，我们都知道叫行天宫，对不对？再转就是殡仪馆，你知道人生苦在这儿，所以田野调查行政难度非常适合。台北行政寺也是中国伊斯兰在台湾发展的一个延续，虽然现在也碰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变迁的过程。从1949年以前，虽然从台湾有些受到这个泉州移民的影响，带有些伊斯兰教信仰的一些痕迹，但是我个人的了解，至少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伊斯兰教跟穆斯林的社群上信仰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台湾再出现伊斯兰教信仰是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人集团当中大量的穆斯林，然后现在这个结构跟它的宗教传承跟它相关的一些事物也受到多元化的冲击。不信各位今天晚上就到行政寺去，或明天主麻日的时候到台北行政寺去看，人山人海里面 local 的穆斯林非常的少。今天晚上斋月，明天晚上就台北还拜，台北行政寺绝对是非常热闹的。穆斯林到那边做，至少这个主力拜什么做好，要做几十次的。对，那都是外籍。我看很多平常家里这个印尼来的务工人员的话，哎，平常他的哎，今天你到家还把盖头给带起来了，对不对？这斋月是很神圣的，台北行政寺。这是看在云南啊，在云南。清真寺里面的午饭拜时间，我常跟学生讲，有的时候，因为我说老师啊，你清真寺个旅馆，然后挂五个钟啊，清真寺那五个钟不是什么北京、上海、伦敦、什么巴黎，那五个钟都要告诉你当地的时间午饭拜的时间。我们是一天要五拜，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要五拜。那台北清真寺挂五个钟不是旅馆挂，哎，我说清真寺那很好，一进门就有厕所，那不是厕所叫水房啊？清真寺好便民哦，一进来就有厕所，不是，那是水房。后面挂五个钟还可以住宿啊，不是啊，那个是告诉你当地 local time。你看到今天为止，当台北的穆斯林、台北清真大师受到沙特阿拉伯的影响比较深，所以现在翻拜的时间还是用什么阿拉伯。可中国的穆斯林，包括新疆讲突厥语的，他的大量的宗教跟生活语汇还是来自于波斯文、法西。所以说我常想说，阿拉伯文明这个概念不太对，应该是阿拉伯伊朗文或阿拉伯波斯文。也就7世纪的时候，讲的不好听哈，可能文化程度比较低的阿拉伯人征服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波斯人，而波斯文化丰富了伊斯兰文明，这种丰富化后的伊斯兰文的波斯伊斯兰文明影响到中国，它包括苏菲派，你看这个邦达、铁身、底格尔、萨密、胡夫坦，这都是波斯文，都是波斯文，所以我们看到。清朝的时候，天方殿也提到清真一教来自天方，对不对？九万亿人啊，一等于佛教的水平。民国时期有名的穆斯林学者金基堂，在他《中国佛教简介》里面提到，你看穆斯林杂居三教之间啊，如染流俗，同化时局，也就是说，这里跟犹太人很像。当他跟外界的人群产生一个共生互动模式的时候，他的文化适应有极大的妥协，但就有东西不能妥协，就是宗教信仰。那宗教信仰靠什么来维系？靠婚姻跟家庭，靠婚姻跟家庭，所以只进不出。当然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婚姻变成两位提到，他也现在由于这个散发地区的穆斯林，包括台湾的穆斯林，你怎么在教内当中找自己的适合的结婚对象呢？所以婚姻可能是造成穆斯林在散发地区产生后来发展比较处于不利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线。再包括清朝时代。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西北，在云南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民抗清事件，中国大陆叫做回民起义，我们过去叫回乱，这两个名词都不好，我认为叫回民事变或者抗清事变。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传教士啊，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啊，他们当年193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西北做调查的时候拍的照片，在今天甘肃的平凉东关。这不是汉回分布啊，不分回汉啊，那是西北地区哈、啊。我们看看牌匾呀，我们到庙到清真寺去看匾额哈、啊，横写的、啊，过去一定要从右到左啊，右到左，好不分，表示当地曾经发生过比较敏感的回汉冲突。我刚刚提到的 Islamophobia 的时候，现在有一些汉人利用网络大量去抹黑，或者是去过度去
去夸大在清朝这个回民抗清当中有大量汉人被屠杀。我相信在那个民变当中，回汉双方都有损失，而且后来看到左宗棠对回民所采取的那种镇压措施，那是更强硬的。只是现在站在一个仇视伊斯兰立场来看，把这种历史提款机又重新把它做出来。那讲到汉人社会的时候，抱歉蔡老师看过。20多年前我在台南县的柳营乡啊，朱老师讲好，台南县现在台南市一个一贯道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我不知道后来不知道基础宗族还是哪一个，还白云，他的当时我的老师，我师母过世，他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啊，我给送过去。哎，我看的时候，当时田野调查哦，操，你看他们汉人的心，汉人思维里面，他尊重伊斯兰教，可是那个伊斯兰教是没有人性的。你看，这很明显是耶稣哈，那一开始至圣先师的样子，孔子啊，中间是老子，然后佛祖，然后那是谁？那是穆罕默德啊。第一个穆罕默德不是神人，他是圣人。我觉得中国这点很好，用圣这个词的概念来形容什么？穆罕默德这些先知、这些 prophet， 因为圣人不是 deity， 圣人不是神奇。甚至是表现不凡的凡人，所以孔子是圣人，孟子是雅圣，在我班上睡觉睡最凶的，我叫他睡圣，一样道理。他睡觉能力已经超过一般学生了，啊，圣人。就中国的穆斯林称穆罕默德叫穆圣，其他那些按照伊斯兰教参考基督宗教和犹太教那些所谓的先知体系的亚当、阿甘也是圣人。亚伯拉罕的伊伯拉欣也是圣人，摩西穆萨也是圣人，耶稣叫尔萨也是圣人，只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圣人 ，the last prophet， 啊，底下就你知道是研究一贯道，南海古佛、观世音哈、济公哈，都是那个。这汉人想象里面，你回教也是很重要的，那有个定位，他们想回教是没有任何的像，而且穆罕默德也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他们崇拜的是所谓的真主安拉，一神教的核心思想，这是一个汉人的，我称为是友善的想象。哎，更有趣的田野调查，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哈，如果海老师有兴趣的话，去屏东哈，万丹乡当地有个五龙斋天府，哇，这个地区好有趣，万丹乡同时供奉的太上老，他不是一贯道系统高，传统台湾的民间信仰。我的闽南语还不太好，跟当地那个庙里的老先聊天啊，说哎呀，阿拉托梦啊，这么知道自己人阿拉有可能人当天托梦，那概率好像啊，你看有这个佛祖啊，中间的是这个耶稣，最旁边是阿拉，他加起来是阿拉。我个人觉得，当穆斯林看了你会不高兴，可是我认为这是汉人社会对一个他不了解宗教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虽然他违反伊斯兰教义。搁到清真寺去看，没有清真寺里面有任何这种有像的东西，连草玉，草木虫鱼都没有，更不要说人脸人像。波斯比较不一样，伊斯兰世界里面啊，对这个人的面相比较不会去采取一种绝对回避的，反而是伊朗。我是看到我的朋友在德黑兰买过 FB 台，居然有穆圣的像，有穆罕默德的像。墓室画得非常的慈眉善目，但是底下一个人用盖戴着盖头在那哭，另外哭的人抱两个也看不到脸的哦，那在哭的是阿里，另外是阿里被杀两个孩子，古三也跟那个，伊朗是纯种什叶派，什叶派是非常尊崇阿里，所以阿里看不到脸，反而是穆罕默德看到这个。不管怎么样，伊斯兰教是不能像我觉得台湾民间信仰这种现象，它不是在诋毁伊斯兰，只是他不了解情况下给他一个 location， 他用这种和错误的方式来呈现。要不要开玩笑？哎，有一次我在台北坐计程车的时候，叫伊斯兰哈，伊斯兰，哇，兴奋了！我跟蔡老师讲过，我就在快车道上换车，哎，我后车又给跳上去了。我以为他是穆斯林办的计程车，我上前道了salam，和salam alaikum。你自己到底供啥？你说什么？我说你们不是信仰回教吗？没有啊，你们不是回教，不是？那怎么叫伊斯兰呢？你知道伊斯兰什么吗？我扎呀回教啊。为什么叫回伊斯兰？问他给尬一样。
老板喜欢。我就说注意一下哈，你们伊斯兰这个要带大家要带一下那个不该带的东西啊，要摆个什么香肠拉尔在里面。台北都有个小黄哈，不好意思，有个充电轿车哈，很有趣。田野调查无所不在，我们做民族学有什么癖好啊？田野调查无所不在啊。今天开个车啊，还有老师有兴趣的话，台北哈有个车啊叫伊斯兰，但不是穆斯林的哈。我也跟那个问讲讲一下吧，注意一下，叫伊斯兰是好一点。怪现象，所以华夏社会当中哈，淮扬人是组成的共生社会，但这种生活习惯中想的会有认知差距。我跟你讲过了，回民不是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你看中国传统的那些大城市的格局里面，清真寺是在市中心的，所以回汉之间都知道彼此会产生一个对宗教信仰上、生活习惯上的有基本的尊重。我现在担心是什么？过去也因为这种，因为饮食上所产生的这种误解，会产生儒教爱。你中国传统的回民社会，有它非常严格的饮食规范，是来自于一神教的系统。像今天我们连犹太教兴盛的地方，你看有些犹太人居住的社区里面，有些麦当劳是不准卖 cheeseburger 的，因为比较严谨，犹太教认为说肉类跟乳制品是不能够同时食用的。这禁食原则本就来自于一神教。他让你口舌承认之余，你要身体力行。你不能说口头承认，你身体力行。从生活上去严格遵守一神教的教义，说白了不能劈腿，你不能劈腿。是一神教的尊重，非常强调。你不能说我一三五信一个，二四六也白天信也不行。你要从头到尾一以贯之。好，所以这个禁食原则最容易产生对汉民的误解是，汉民是大量食用猪肉。所以我觉得这点常常在过去会产生儒教的一些导火线。我现在担心的华夏社会对伊斯兰教误解，已经不再是这种所谓的奇风异俗。我要讲的很现实，以前人汉人对回民的某些误解，他们不吃猪肉嘛，或者说他们崇拜猪嘛。过去有这种例子嘛，小猪八戒嘛，伊斯兰教因为中国最有名猪就猪八戒嘛，所以你们不吃猪，因为你尊崇他。我现在担心什么？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种带动下，很多汉人包括知识分子，他们对伊斯兰的本质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否定。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宗教，它就是一个邪恶的宗教，它是假经典去叫人去从事坏事，甚至杀人的这种宗教。所以我是凡是不信仰者都要把它给驱逐掉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在伊斯兰的危机当中。过去汉民只是在生活习惯上或某些特殊的宗教的崇拜现象上，怎么你们信仰某个教，怎么到你们庙里去看看不到神像呢？你们不尊崇。你看我们信佛教，我们信道教都有像啊，表示我们还是跪拜啊，怎么你们信仰这么伟大的神啥都看不到？这是有问题的。以前都是在一些基本的文化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被产生的误解，包括因饮食原则被产生的误解。现在不是，现在就受到西方的某些影响，认为伊神教是有问题的。我等会有提到，甚至有一个朋友，有一位美国朋友跟我聊过天，我不方便讲他名，他也做过这个研究。他说西方人为什么反伊神教？我刚讲除了这个西，他们认为伊神教是 bastard 是私生子之外，他认为伊神教就是西方社会该独有的文明支柱。讲得不好听，你们这非西方之外的这些贵教的 color 那些叫所谓的次等人种，不能够享有一神教的荣光。而一神教不但是继承了一神教，而且把一神教给复制了、给拷贝了、给复融、给克隆了，就是把耶和华换成了阿拉，又多增加一个穆罕默德。一神教不适合亚非民族。我认为这个现在这种被误解的层次是提高，以前只是生活习惯嘛，你们不吃猪肉嘛，你们信仰的这种仪式行为很奇怪，现在不是，这种误解被提升住了，所以就出现各种各种生活习惯出现这种差异，跟清真跟不清真，伊斯兰教的生活习惯根据清真原则，好吧，那不清真是 haram， 所以各位现在台北比较好，现在如果你们有。穆斯林朋友来台北访问的话，打开我们的网络，中国回教协会都有台北或其他地方清真饮食认证的
这些餐厅。对穆斯林来讲，我们吃东西啊是清真饮食，哈拉。其实台湾的素食很好，就是喜欢吃素食不错。不管是关岛开还是谁开的，谈素食，我好多朋友，我包括欧洲朋友是素食主义者，他们台湾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谈吃素食，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好吃，第三个也不贵。我知道你要吃贵，我带你去了，比鱼肉还贵。所以我常讲，这个饮食上啊，穆斯林绝对遵守这个清真的原则。所以哈拉啊，我看到各地，在新疆啊，这个在兰州，这个在宁夏啊，清真的饮食，连在乌鲁木齐，肯德基，那个维吾尔写的 Kentucky， 啊，肯德基也有，而且不能喝酒。这个很多清真餐厅，包括台湾的，或者酒对餐饮业来讲是很大的收入。可是现在有一个清真餐厅赢得赔钱，甚至于我们在西北地区啊，像海野老师也说，像斋月啊，有一些穆斯林开的餐厅基本上白天是不开门的，他斋月开什么门啊？他整个餐厅等于是除了供应早餐跟晚餐之外，他白天是不开门的，所以要享受清真美食的朋友。最好不要利用斋月吃到海里去方便。我有一年斋月开始的时候，我在杜拜，迪拜一样，啊，这么发达的这个西亚阿拉伯的一个商业旅游城市，他到了斋月的时候，你看那个大商场里面，他就把整个围起来，只开放几家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的让你吃，其他那些都没有，他只有在太阳下山后才供餐。伊斯兰世界这个饮食原则，各位如果想尊重伊斯兰的话，尊重饮食原则啊，这里就看到主教案啊。因为饮食原则从民国时期开始出现的，在台湾出现类似情况啊，这穆斯林为什么伊斯兰国不能吃猪肉？台湾的国语日报那穆圣先知勿食猪肉，腹痛勿食。穆罕默德吃了猪肉后落腮，这都是一种想当然尔的一种认识，它不是恶意。你看南华文艺就是最早出现的，说是回归是猪八戒的后代等等。台湾出现过吴宗宪事件，2005年。我准备发表文章，特别想用国际社交一些资料，包括访谈资料。吴宗宪事件很有名，那在台湾史上来讲的话，这个喝猪奶的问题，我就是报恩说，鹿港地区的回民，他们现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祖先是信仰回教，在当时的科技不昌明情况下，怎么去诠释祖先是不吃猪肉的人群？没有民族学或其他的解读，用报恩说，汉人社会里面一个比较善意的解读，对祖先喝了猪奶。祖先被猪救过，所以他归于他的后代不吃猪肉，表示报恩。从民俗来看，这是一个善意解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东西会被放在现在来看，很容易产生冲突。怎么可以说我们祖先是喝猪奶？这就很有趣。2009年，我在青海寻化沙子之前，其他老师说，这个村子很有趣，60几户里面有50几户是汉人，那50几户汉人里面有40个姓。这地方本来是卫所制度，这地方过去明朝的时候得建立一个 castle， 对抗谁？对抗吐蕃，对抗所谓的藏人。它是个前哨站，那些前哨站的，比如说那些可能是那些守边的那些兵丁的后代吧，可能哈。以前我说，你看我到汉人家里去，猪年的海报还在，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并不是危机之余，我不是没有转机，为什么？连当地汉人都知道，即使回民在当地是少数，他们知道这种海报当年如果贴在门外的话，回民邻居会不高兴，就贴在家里面。这是猪年啊，这2007年啊，这12年前的，今年正好是猪年啊，12生肖，所以回民也觉得对猪是有点忌讳。所以如果你将来听回民说，你生肖姓什么？你生肖是什么？像我是属牛的，啊，我属黑的，你就知道什么意思。那12生肖哪有黑啊？黑就是猪的意思，它属黑。你看，连一般西北地区的汉民，作为当地的多数，都知道这个东西要它的避讳。所以我个人觉得，伊斯兰在中国的生存过程中，并不说想象就是一群非常无知的或非常没有自制性的。但我现在关注什么？是在一个明明知道事物的真相，或基于一个民族主义这个必要性的前提下。刻意将回民或伊斯兰的问题给把它走向极端化思维的这个态度或者是分类，
所以我个人觉得除了政治上来讲的话，今天在一个全球化还有这么高速的一种所谓的现代化的冲击之下，郭才老师专注上提到的现代性的这种行动过程里面，中国的穆斯林正在这个回汉共生的环境下，它的三道防线的稳固跟气势，中国不是伊斯兰国家，也不是美国像我常去的西北地区，大部分的回民都住在散杂居地区，繁华的上海、广州、北京，或者最偏远的偏乡都有回民。那回民的一个自我意识，它最重要是来自于饮食、婚姻、丧葬这三道防线。饮食要恪遵所谓的清真饮食，婚姻只能有所谓的同教婚姻，还有丧葬一定要土葬，一定要土葬。所以要看伊斯兰在中国发展一个世俗化过程当中，它所面临到一个当代挑战，看它未来的走向，看这三个东西的发展，有它一定的指标性。这里面我特别提到，就是1949年以后，中共将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尤其讲汉语的，都把它归类为法定少数民族。像今天台湾的回民，台湾从中国大陆来的回民，他基本上意识来讲，我不是少数民族，我也叫回族，但我觉得我是汉人信仰伊斯兰教。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民族身份。就算台湾的穆斯林自身叫回族，他的族还是带有宗教群体的属性，他并不认为说我跟你汉人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我们经常谈来讲话，比较民族概念的分野是什么？是汉人跟原住民，是汉人，没什么客家人啊，这个我觉得都没有这么明显，更不要说穆斯林。就台湾即使按照中国大陆那些习惯，也称自己叫回族，但我们这个族的身份不是一个像中国大陆说是一个法定的少数民族，法定的少数民族。所以回族的民族身份，它是民族身份，它是能够减缓三道防线。在面对现代化冲击下的一个弱化趋势，我们其实最常看到的现象是什么？我是回族，但我不是穆斯林。我爸是回族，我妈是回族，但我不进清真寺，我不念清真言，我饮食也不发了。但是我的身份是回族。有人说这是伊斯兰的危机。你看，假回族。正好相反，如果你是个汉民，你突然想信伊斯兰教，你非常虔诚。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你是汉人信仰伊斯兰教群，你不能有回族的身份。这是这套体制。我个人看法是，民族的身份，我个人看法，它至少还是能够减缓三道防线它的弱化趋势。我做过一些田野调查，比如在北京或在上海的大学生，他知道他是回民，讲不好听，他也靠回民身份取得加分优势。但他知道再怎么样，有些东西他不能碰。比如说他们家里面有人过世的时候，回民是树葬，他赶快回去干嘛？就去奔丧。比如说有的时候同学们出去玩的时候，他能不吃猪肉就不吃猪肉，一起去点餐的时候，就算人点的是猪肉，他尽量不去碰。他有这个意识，他算不进清真寺，他也不去念古兰经，他也不做五番拜，他还有一个意识，因为我是回民。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回民能不能找到自己真的相信别人。所以我看过一个报道，我也认识一个相关人物，当年他在美国西部的时候，他的奥瑞冈所以传教的过程里面，当地一个巴基斯坦人家庭，我看巴基斯坦人很喜欢请东方人，他们几个兄弟就分配好了，大哥要娶什么韩国人，二哥娶日本人，三弟娶台湾人，娶了之后生下 女生娶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入教，剩下都是穆斯林。所以我的好朋友有个例子，他在北京当时想照顾宁夏来的同学，宁夏大学生来到北京念书，要受到这个大城市影响，吃东西还是要规范一点，能去下清真寺也不是坏事，别忘记回民。这女生都受他影响，女生们还有一些常有些宗教的活动都是善意的，结果来大城市读书嘛，交了一个汉人男朋友也很正常嘛，两厢情愿。好，时间到了，放暑假，把汉人朋友带回宁夏的老家，让爸爸妈妈看看我交了个男朋友，而且是学医的，又是什么很保定的父母。他爸也不是阿訇，也不是什么宗教人士，一听说女孩到了北京念书，居然娶了男交了个男朋友是汉人，把他两口打了一顿。
这个女生回来到北京过后哭着讲，我痛恨我的宗教，他不文明。所以我不管讲，穆斯林本身也要自我反省。我常说，我常跟穆斯林朋友讲，譬如说讲基督教的 charity， 不管各位喜不喜欢，他为了宣教的目的，基督教他至少他把这个福音，他把这种信仰，他在传教过程中，他用什么？用 charity， 用慈善作为一种，你称为叫做功能也好，叫做掩饰也好，他至少是个 charity。我说为什么穆斯林的 charity 只在穆斯林内部呢？为什么穆斯林不能把他 charity 用在佛教徒、基督教徒身上呢？有时候我们也很感动，我看美国有些基督教家庭，你很难想象，他们专门在亚洲，他们家都有健全的下一代，有些基督教家庭就在亚洲找专门被人家弃养的一些残疾人，什么脑性麻痹啦、断了胳臂的啦、看不见的啦，一些父母把他们接回西方社会去当自己的儿女去教育，这是宗教情怀，我做不到，穆斯林也做不到。我常讲，穆斯林本身你要反省。我讲的更不好听，人家讨厌你，你要反省。就是用的招人忌，而不是活在自己的宗教自我的诠释。跟我们现在谈最有名的讲的话，叫同温层的效应。我说穆斯林也要反省。同样是神教，为什么基督宗教的 charity， 不管是真的假的，是不是 hypocrisy， 是不是伪善？先不要讲，至少基督教在做好事儿嘛。会看台北的台湾那个原住民地区。一些基督教传教士都八九十岁，他们一生贡献在台湾，他们是最成功的民族学家，各种语言都会讲，那是一种奉献，是个 dedication。所以我说穆斯林本身也要反省。我刚讲的例子，他跟我的好朋友跟我讲说，那个女学生回来当他面说我痛恨的行为，他被他老爸打了一顿，他男朋友被打了一顿，我好不容易把女孩子，这我也同情那个父亲啊，西北地区是歧视女生的，女生十五六岁就嫁人了。这培养个女生到北京去念医科，这些妇女算是什么开明的了？你知道女孩将来要嫁人了，结果女孩就是因为到了北京读书，交了一个男朋友，而且还没有结婚哦，就被她老爸打了一顿了。我不能说这是普遍的例子啊，她哭着跟她爸，哭着跟我朋友讲说，这是我痛恨的宗教性。我常说，宗教的包容性是什么？伊斯兰教叫我们在座可能有师父，伊斯兰教称佛教叫偶像教，伊斯兰教称基督教、称犹太教叫信经典之人，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常讲，穆斯林本身的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也必须存在，而不是只是说什么我今天受到什么大环境的影响啦、政治的打压啦。伊斯兰教在中国实行过程里面，他所做的一个现代性的回馈，一个文明性的回馈是什么？也许我们穆斯林不想听。好在我是汉人，我可以扮演乌鸦的角色。好，谈下面今天主题，这样整体实验。这盛世之下的新危机，中共建政以后，新的民族国家体制，政治世俗化与绝对国家权力介入下的中国伊斯兰，伊斯兰中国一受到政治的影响。是清朝的时候受的影响比较负面，回到清朝，从顺治年间开始到光绪年，所谓的少数民族抗清运动里面，无一不以就是为民。所以清朝的时候对伊斯兰教来说，是一个比较受到制约的时期。好，再加上新疆里面的激化，所以可以去看清朝在每次平定一个内部战争，官方要留下一个大口头档案，叫做所谓的方略。或相关叫什么的记，在这些五十五部啊，算过五十几部的方略里面，有十部是关于穆斯林打新疆，打所谓的新疆打了两次，还有在什么甘肃啊，比如包括平定太平天国，有平定岳飞，方略啊，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陕甘、云南回匪方略，什么剿秦逆义方略，打张格尔，有十部里面有十部，跟穆斯林有关的。伊斯兰教在清朝确实受到很大的制约，不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在西北新疆的田野调查，像农村，为什么这些回民会在当地这些地方穷山恶水，
当年很多都是因为左宗棠把没有杀完的回民，把它刻意地放到这些所谓的，目前来讲就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就张承志有句话，在当地信仰是唯一的出路。中大文明回族作家的张承志，你越是艰困环境下，你就觉得信仰很重要。好，所以但不管怎么讲，从民国过渡到民国前期，过渡到1949以后，中国伊斯兰受到另外一种绝对国家权力介入下的一种范式。因为中共政权是无神论，所以他有他的国族想象。中华民族里面竟然识别出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所以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民族就是55+1，就是55个少数民族加上一个汉族，共称中华民族。比过去国民政府前期所提到的什么汉满蒙黑藏不一样，不一样，更增加了55+1，所以他还能内政控制。所以穆斯林少数民族化，回族成为过往竟然受穆斯林人群的共同称谓。第二就是无神论思想对宗教的制约跟主力管控，尤其是这三年来，中共十九大以后，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一两年，而且这个宗教的制约跟全面管控，主要是针对基督宗教，不是整个伊斯兰，会发现对基督教，包括对基督教的地下教会，当前中共出现另外一个变数是，他要去面对的是跟罗马教廷的互动。他断绝跟台要向罗马教廷跟台湾梵蒂冈跟我们断交，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的人口不断在增加，而且这个天主教的力量在中国的传播，我虽然不做天主教研究，我一个朋友在德国做民族音乐学的，他最后看他在山西省，他在山西省拍了一个农村的一个不是地下教会，农村教会怎么去过圣诞夜，我就觉得中国文化很特别。我们在台北主要看圣诞夜，12月24号的话，就圣家堂就复大，那紫烟弥撒怎么回事？大家看得清楚，讲拉丁文呐、啊，那农村不一样，就山西农村，那过圣诞夜哈、啊，跟过，我看他们的 video， 跟过新年一样，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啊什么的，哎，时间到了，哎，舍不得大家做紫烟弥撒了，用拉丁语才能做起来。就文明这东西的接触哈、啊，一样嘛。你看，基督教在台湾，你到那个卢凯族区的地方，卢凯族那个天主教堂里面，耶稣也带上了，耶稣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像，耶稣头上也带上了什么头目的那个冠 ，syncretism 嘛。不管怎么讲，他非常的，但是中共这种无神论的思想对宗教的制约权的管控，因为习近平上来面对到是。他的大国崛起的这种重新的思维，中国成为一个所谓参与国际事务，他本身不能够有太多内政上的一些后顾之忧，所以对少数民族宗教明显的和政治是对后的。包括我每年我去甘肃青海，发现连对伊斯兰教的一些研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常说，在台湾我们应该不能讲生活打劫了。我们应该在华人世界当中，因为现在对岸对于伊斯兰教的研究是紧缩中的，我们在台湾这些少数人能不能尽量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效果，不是去反共，而怎么去把这种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的事实比较客观化的呈现。然后最后就是爱国爱教观，脱节主义的爱国爱教，爱国爱教，爱国也是伊玛尼一部分，也是宗教实践的一部分。爱国爱教这个概念先用在伊斯兰教对于国家互动关系当中一个最高准则，所以各位到对岸的清真寺去看，基本上看到四个字：爱国爱教。那这边我要提出一个，上清末民初以来，爱国新教就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经历了清朝时代中比较负面的发展阶段，民国初期的五族共和论。那朱老师是专家啊，对他五族共和论不是孙中山提出来，是共和派，应该说是立宪派提出来的。而且最近像中国大陆一些学长，像那个刘晓元也提出了，五族共和上不是五个民族，是五域共和，这五个区域，满洲、新疆、蒙古、西藏，加上中国本部，共同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分子。这五族共和所代表不是族而已，是代表背后的区域，就中国。从清朝过渡到民国时期，它这个疆域
跟它的这个所谓的文明属性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各位知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最早非常强烈的排满思想，他后来修正过渡为一个共和思想。所以中国的穆斯林的知识分子从清末以来，经过了民国时期的前代，基本上的反思怎么把伊斯兰教中国产生一个振兴教育，而这里面五四运动帮了大忙。就常讲，观察中国穆斯林近百年来的发展当中，除了1949以前最重要的三个历史发展的契机，一个是辛亥革命，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是抗日战争。尤其是五四运动跟抗日战争，让穆斯林的爱国思想，这国不是盲目去爱什么党啊，穆斯林本身虽然是信仰伊斯兰教，可他对中国这个概念你必须非常的 dedicated， 你非常的去投入。但是1949年之后，这东西重新变成一个马列化的国族思想重新洗牌。所以各位去看，短短的清末民初不到50年时间，中国穆斯林对自己族教阵营下所产生的刊物、言论、书籍、社团，乃至于海外留学生，那是物理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中国伊斯兰教上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国家多难，对不对？有军阀割据啊，有抗日战争啊，在中国的穆斯林反正这种前提下发展出一个黄金时期。但到中共建政以后，这种以自己族教作为中心思考的这套理论就受到了制约。所以爱国跟新教本来就是互动的，但是中共把这个爱国跟新教把它变成是一个以党为主导下的爱国爱教。而且爱国爱教我觉得最大差别是什么？你不能完全站在自己的族教立场来论事。中国的穆斯林在清末民初是站在自己的族教立场建立对信仰的一个非常不可转移的根基，再把它扩展到周遭的社会，最后把国家作为一个终结点。现在不是自己，中共的这种爱国教是你本身的族教思想是被制约的，但是你必须要以爱国，甚至爱一个党国或一个对一个国家控制下的一个这套机器、这套运作模式的一种奉献式的一种 follow。这是另外一种爱国爱教。说爱国爱教在中国一开始算是爱国新教，你不爱国，国没有了，教哪去？你必须爱国。而且中国穆斯林对爱国这件事情还是身体力行的，他没有说是嘴巴讲讲的。所以你看1949年以前，可以去看早年中共的革命过程里面，穆斯林精英分子参加中共革命的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反而是那些跟随国民政府是撤退到大西南去抗日战争的这一批回教精英，1940年以后大部分来到台湾。如果要我算的话，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回教精英，大概就是一个白寿仪吧，就是一个马坚吧，就是一个纳中吧，就这几个。其他的成达师范那一套，那一派学生，或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回教协会早期创办的那一批人，甚至于留学埃及埃斯哈尔大学那批穆斯林精英，或上海伊斯兰师范学院那批精英，这个留学史蔡老师很清楚，蔡老师专家，他们为什么跟着国民政府跑？你是信仰三民主义？不是，我觉得你们很多背景，就是因为那个氛围下，他们当时建立的爱国观，那个国就是什么？就中华民国。所以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党国。而且国民党本身不像共产党，共产党是无神论、马列主义。蒋介石有他手狠、心狠手辣的一面，可我觉得蒋介石对宗教团体当他也是有怀柔政策，包括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看到很多，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兴趣看国史馆近史所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当年国民政府撤退到西南的时候，白崇禧为主的中国回教协会也非常严格禁止当时要在汉奸政权、
汪精卫政权底下也有回教组织啊，华北的那些英鲁根政府里面也有所谓的回教组织，还有满洲国的回教组织啊，防止这些组织对西南国民政府回教组织的渗透，它也是一个政治的角力点。所以我个人觉得讲到近百年来中国回教史、伊斯兰教史，我觉得民国前期很有特色，我不想用民国时期，那开大会开会的时候，那张老师问了民国前期，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民国还在，我觉得就是那个民国，我们自己说我们叫民国前期，好像我们现在不叫，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信仰的，就是叫民国前期，中华民国没有亡掉，这是事实。这里面这个 Thomas Golden 啊提到，穆斯林知识分子跟社会精英不时要面对这种伊斯兰的典范跟穆斯林的实际。我觉得他虽然谈的是现在来谈的是这个两位在英国的巴基斯坦裔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这段话我没有错啊。这个 Islamic ideas 跟这个所谓的 Muslim realities， 中国的穆斯林知识精英阶层都在这两者之间找个自己最妥当的定位。但这个做法在民国时期是最妥当的，发挥的功能是最明显，但是到1940年以后，这两者比较明显受到一些制约性。所以，除了历史意识的建构外，中共的国都体制，它对于穆斯林的爱国主义做法，就根据《古兰经》圣训，包括现在一个非常引起争议做法，我不知道在座蔡老师还有其他老师们耳闻，叫做解经。我每次在西北碰到一些阿訇，私下聊天说他们很担心这件事情。什么叫解经？十几年前，中共就是胡锦涛时期提出一句话，叫做“让社会主义、让宗教，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的宗教走向社会主义的话，解经的工作，就北京是在做。就是要把伊斯兰教里面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思维做有系统的论述。有的宗教的人就跟我讲说，这会在刻意在扭曲古兰经的经典意义，解经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大本质就是中共在50-60年代上世纪还提民族平等，现在只提民族团结，可是你不谈民族平等哪来团结呢？这团结两个字很吊诡。什么叫民族团结？现在必谈民族平等。我自己学民族学，我现在最担心就是现在对岸的某些语汇下，谈到民族两个字是非常的负面，或认为那就是一种比较 inferior， 不是 superior 的概念，尤其是 Muslim minorities。所以你不谈平等。来团结，所以我个人，你还在青海，好，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界有多讲，这西路红军哈，西路红军去过的清真寺，被杀的西路红军都被青海马家俘获在青海，等于是劳改农场，他们自己盖的红光清真寺啊，全中国只有这个清真寺的最上面的砖雕上有镰刀斧头，唯有镰刀斧头。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好，那从传统的争教不争国，以前讲汉语都回民号，尤其要区隔，明显出现有这种抵抗这个华夏政权的这个新疆的案例，回民显然讲一句话，我们是争教不争国。各位发现没有？包括清朝这么多回民抗清运动里面，只有在云南大理的杜维鹫政府成立过一个类似的抗清政府，还有联姻外交，其他的都是一般的民变。就回民抗清不是像传统所谓的推翻一个现有政权，建立一个世俗政权，不像太平天国似的。太平天国是明显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是个 dynasty circle。就回民自我的制约是什么？我们只是争教不争国，我们几百万斗不过你几亿人。我不会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不可能。清朝的皇帝可以做到藏传佛教世俗最高的保护者，可清朝皇帝不可能是个哈里发，
也不可能是个苏丹。所以争教不争国，这是回族人自己长久以来给自己诠释爱国观最起码底线。他们说新疆人是争教的争国，我们叫做疆独组织啊，我说海外东突运动啊，那是争教又争国，因为它分离出中国，它建立一个跟中国不一样的一个自我政权，一个 local government 不一样。但是现在呢，因为宗教被制约，这个新教的意识受到打压，所以这个爱教观变成很窄化的呈现。我个人发现现在出现一个最大的吊诡，习近平的政策上来讲，我认为他算没有明讲他的意思是什么，跟他的官僚他们想法，就是回民间穆斯林，你的真教就是真国，真教即真国。中文很吊诡啊，你改个字怎么就不一样，反正真教不真国。回民说我再怎么样，我说旁边有句话叫胳膊弯不过大腿，你回民加起来不管各民族穆斯林加起来就2400万，他们所谓跟一个台湾省人数差不多。中国有12亿人口是汉族，这个分布很可怕。所以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中共不会让苏联的路线在中国重新复制，因为汉族讲过去在解体前的苏联讲斯拉夫语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概只有48%的人口，剩下52%人口是什么讲什么波罗的海语的，讲突厥语的，讲其他阴谋语的。就中国这个汉族共分母很大，就中共政权建立之后不走联邦制啊，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来讲的话，联邦制是正确的，马克思 反对单一民族单一国家论的，苏联是被迫成立成一个联邦体制的，中共早期什么几大革命主义向走中华什么联邦制啊，就是走苏联的路的，可一旦建成之后就走民族区域自治了，中国不走联邦制，中国不走联邦制的主义主要特色，这个中国自古来就是一个统合国家来，好吧？第二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不需要联邦了，你90%人口是汉族。但是一个文明主义来看，好像台湾一样啊，那台湾今天2300万人口啊，南岛语系原住民只有60万呐、啊，倒不会说为了台湾的建设，为了台湾的民主化，为了台湾的某一种现代化的发展，牺牲60万人的利益是合理的。正好相反，我们认为保障这60万人的某一些他的文化权、他的民族权，让他合理在一个以汉人为主社会当中得到一个发展，是一种文明化的表征。所以我觉得海峡两岸不是很政治争，是一个文明观的政治。过去的中国人强力弱众暴法，大民族身边的小民族一定倒霉嘛。美国人也一样啊，美国人现在做的是，美国人200年前做的是跟中国现在新疆做的事情一样，美国大平原上那几百万强悍的印第安民族跑哪去了？没被同化掉，被杀光了。我不是在散布那种无谓的反美情节，今天夏威夷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不叫原住民哦，不是原住民。因为美国人知道原住民按照现在的人权观念来看的话，他对传统的领域领海领空地下资源独立建国都有这个天赋人权、啊、美国到现在为止不承认夏威夷上那些波利尼西亚人是原住民，不是 indigenous people， 不像加拿大人阿萨里 first nation， 美国不敢玩这个。那我不是说美国人好或中国好，不是意思，历史的范本告诉我们，国家的对外扩张，资源的掠夺，主权的宣誓，就跟癌症一样，都在扩散，只做得好看不好看而已。中国在做同样的事情，是今天的文明观允许这种现象堂而皇之的事实。美国把印第安人杀光，乾隆皇帝把准噶尔人杀光了，左宗棠把回民杀光，那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文明观允许这样事情。而不是指责说两百年你干过同样坏事，现在不要指责我做同样的事情。像过去台湾社会歧视原住民，叫番人，我们现在这样讲吗？不能。对台湾，我常讲，台湾怎么面对穆斯林，怎么面对来自于境外的穆斯林，检证我们民主化程度的成绩。不要嘴巴只会讲啊，什么老几大白狼，能做得到。我有时候很反对啊，什么越南新娘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讲的越南人，越南人是卖女儿的。哎，亚洲国家只有越南人打败过法国，打败过美国，打败过中国。越南人为了统一死了500万人，你台湾人为了独立该死100万人，不敢。越南人玩真的，不管你写不写越战，越南死了500万人获得国家统一，打败过法国，打败过美国，打败过中国。你凭什么看不起越南人？所以前段时间，我对台湾还有希望，是认为说，我们的社会不断在进步。现在你看，我们对穆斯林的友善空间，你到车站、机场，看得到很正规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祈祷师。也过几年前嘛，台南一个检察官在脸上讲说，他经过台北车站的时候，发现礼拜天大厅里面坐了一群外国人，他觉得很不自在，他觉得国家安全问题，这鬼话就是偏见。一年坐都是穆斯林，那是印尼穆斯林嘛？像到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礼拜天都是菲律宾的外国人聚在一起，那是他们的 holiday。那检察官觉得奇怪，我在台北是怎么看那些包着头巾的啊，那些穆斯林席地而坐，说这个国安问题，偏见。入座都是金发碧眼的，那跟我们政大校长一样，太好了，国际化，求之不得。所以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骨子里是有这种 bias， 这 prejudice。那现在不一样，台北车站变得友善空间了，所以民主的一步来，西方人砍了200年的人头才有民主。民主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有一个历程。我们现在最大的历程，我们在跳过历史发展的历程。以为你现在某些东西跟西方人一样的标准，形式上的标准，你变成文明国家。就常讲，台湾怎么面对穆斯林？境外穆斯林检证我们的民主化的成绩单的项目之一，不是很矫情。我讲真的，我在广州，我好久没去广州，上个月在广州开会，广州机场在广州市中心境外穆斯林最多的环境之一，非洲穆斯林当然在广州出现。广州机场不得已画一个区域，写个祈祷室三个字。哎，我说很好，跟台北一样，我一看里面空空的，全部没有，就写个祈祷室三个字，就机场弄一个角落，用纸贴的祈祷室。你去看台湾的桃园机场那个祈祷室，第一个方向面对的卖家，有拜台，它有间隔，不受旁边基督教或佛教的影响，各司其职嘛。所以有些境外穆斯林还阿拉伯人写一个卖家的方向。说老哥啊，来祈祷，不要祈祷多方向了。不要看这些小地方，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所以我说穆斯林也要反省检讨。我现在网络上看了很多，马上今年六月初就是斋月了，六月初就是斋月的结束，就是开斋节，可以去看网络上就很多骂声起来了。中国大陆穆斯林，有些 local 的穆斯林，斋月到，斋月到清真寺啊，到礼拜啊，很神圣，很隆重啊。封街，清真寺坐不满了，大街上都跪满了人，就我们凯撒大道要封街了，什么绕道啦、交通管制你家的事，我穆斯林礼拜最大，引起汉民极大的反感。你信你的教吗？我要上班，我迟到，我要买菜买多少，接小孩接多少怎么办？伊斯兰穆斯林说不是，这是我一年当中我最神圣的日子。我你看上海啊、北京啊，这全部是人啊，几万人，从民主学来看，很壮观，很多元，大家老百姓苦不堪言，能不能得到什么双赢？各位不信啊，六月初啊，开斋节那一天，你上中大陆网站，很多网站现在在骂，你看这些死鬼子，越南封街了，搞得我上班迟到，接下来接不到，我买菜不方便。就我常讲，伊斯兰教穆斯林本身。你要反省一下，你希望人家容得下你，你能也容得下人家。宗教文明都是一样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你善一待人，人家善一待你。这是个 mutual 的过程。所以，我常讲的，我也跳这个底线啊，对不起时间啊。好，我们从这向中国版，伊斯兰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成功情节是西方那些群体才出现的。我首先要强调，我几年前写文章的时候，我说伊斯兰穆斯林中国不太容易出现，因为西方出现对伊斯兰对穆斯林这种成功情节，是因为出现了新移民。
尤其最近我发现叙利亚内战和阿拉伯之春之后，大量的伊斯兰世界的难民涌入西欧国家，所以产生了很强烈的伊斯兰国民。中国的穆斯林，哪怕是城市中的穆斯林，他不是大量新涌入的难民，他是世居人居。我几年前比较乐观认为说，这伊斯兰国民在中国不太容易出现，最多就是一些什么乳胶案的情况。可现在我发现不一样，因为新疆乳胶的情况。好，这个1997年很突然了，这个概念的出现啊。我在马来西亚发表的论文，我特别提到这个伊斯兰国民的根源哈，包括西方的伊斯兰这种二分化的理解，还有这种对伊斯兰教的 stereotype 这种所谓的刻板印象的一种形构，所形成一种所谓的警觉思维，还有对于穆斯林社会的过度的简化的一种认知。还有我们举沙伊的话来讲，就是蔡老师比我了解啊，你看他说沙伊德911事件前他就过世了啊，他911事件后他就过世了。他在1997年在这本采访伊斯兰的书里面就提到，The term Islam is used today seems to mean one simple thing, but in fact, the part fiction, part ideological label, 意识形态的标签化 ，part minimal designation of the region of the core Islam。所以，我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既然不是说什么宗教学式的、民族学式的，更他们来讲，它是一个被肢解的，它是一个被部分特区所需认知下的一种文明的意识形态。更不要说这里面受到这个所谓的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现在有人说杭廷顿是先知啊，就是杭廷顿讲的对啊。那不管怎么讲，我要各位提醒的是，杭廷顿写他的文明冲突论不是为了民族学、历史学，或是为了什么的这个人类学、民族学写，他是地缘政治观，是地缘政治，就是 geopolitical， 所以他就文明冲突论。所以这个文明冲突论，我觉得最大影响是什么？把中国跟伊斯兰的概念做切割。如果更有兴趣的话，美国的《时代》杂志，《时代》杂志是犹太人办的，它有一期专栏谈美国是不是跟伊斯兰交共振的国家。好，这些我们看到了负面的哈，包括《日丹日报》啊，丹麦的《日丹日报》的侮辱先知的漫画，还有法国的《查理周刊》，后来造成了恐怖攻击。还有看波兰的刊物，后来我也问我波兰朋友这是什么刊物，对台湾讲，他说那就是我们的一周刊，了解了。波兰的刊物，还有这种欧盟正在被伊斯兰强暴，所以我这边提到了这个 ambiguity 啊，暧昧的话，这我2015年的时候我还认为说，我的文章提到。这个伊斯兰目标是个 global issue 呢，是不是个全球化的议题呢？中国是不是这个伊斯兰目标的概念下出现的一个影响范围所及？我还比较存疑。我现在发现，从网络时代观察，还有从某些政府的措施来看，中国慢慢走向 Islamophobic。这里面一直就是宗教中国化。习近平上台以后，特别提到。宗教的中国化，他要打击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尤其面对新疆。什么叫 extremism？ 他不用基本教义喽，他不用原教旨主义，他直接用宗教极端主义 extremism。这是他的虚与实。第一个来看，宗教的中国化这个命题是真言伪命题。这些在中国存在的宗教，如果不中国化的话，佛教都经过一个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说的本土化 localization， 接外来宗教的中国不会去走本土化路线的话，他如何得到一种生根发展的契机呢？我对民族学人讲，我们在座有法师了，你像台湾任何一个宗教寺庙去，台湾佛道佛教，纯佛教也好，你去拿一本《金刚经》，你打开一看，《金刚经》不管哪种版本，打开一看，下面就有一行字。后秦姚苌鸠摩罗什译，所以你们不读中国史当然不知道了。后秦，对，古代十国的时候，氐人所建立的后秦政权，姚苌是氐人，当时来自于新疆的一位高僧叫鸠摩罗什，他翻译的《金刚经》。到今天为止，
今天为止，台湾的信用，台湾的信众1500年来不止了，1700年，还是用他的版本。我不知道翻的好不好，这不是我的，我这个凡人能够解读的。这就是文化文明的传承性啊 ，continuity 啊。今天我们用的《金刚经》，还是那句话还在。后秦姚苌，各位去找《金刚经》看。后秦姚苌鸠摩罗什译，不要说鸠摩罗什了，后面我看到还有玄奘法师，对不对？这佛教不经过一个经典的翻译，还有它的一个宗派化的一个发展。它如果从印度的佛教、中亚的佛教变成中国的佛教，所以这个中国化，包括伊斯兰教，它不本土化，它不华夏化，它早就走向了我们叫文化化的这个7-Eleven里面，文化的 Costco 里面，宗教地方的最显著的地方，就像说，叫你去逛书店，你去逛书店，啊，你去逛书店，名家的书都放在什么？按照身高，按照视野最好卖的地方，对不对？像我的书在放最顶端，他拿梯子还找不到。哦，蔡老师，你的书好像比我的要下面一点，你认识？一样，宗教在文化的这个售价上卖家上来讲，它是放在最显著的地方。语言是第二层，你好用、耐用，我继续用下去；你不好用、不耐用，我买别的牌子。我甚至我不逛 Seven， 不逛全家。很现实，所以他不中国化怎么办？今天中国化意还是什么？听话，要成为一个中国概念。这中国概念是不是中国共产党概念而已？要符合当代解读下的中国国族主义意涵下的一个存在范式。这个金箍咒到达来以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什么？很值得观察。另外就是我要特别谈，我接着来评谈新疆。新疆宗教特区更为有经验，扩大化。所以今天有清三化政策，有点干净清，凡是阿拉伯化、沙乌地化，还有犯清真犯化，都要查。维州的清真寺，你看，原来清真寺是维州清真寺这么宏伟。去年的暑假，这个拆寺风波很大，他用那个大圆包。你现在干净清地区，甚至部分的云南地区。但其实上面这种圆顶的倒拆掉，这个洋葱顶也不是在叫什么，这个罗马帝国时代的。但是对啊，中国其实是白石雕梁画栋啊，这东西就代表什么？你心没有，你没有中国这个概念，你是走向阿拉伯啊。你看，连北方清真寺的概念，你看宁夏一个大的体育场、会议中心，用穆斯林的浩茂的形式来盖，现在听说要重盖了，这都是个 logo。还有清真食品，过去看台湾的清真餐厅，凡是写清真食品，那个阿拉伯文写哈拉，哈拉，现在连这个字都没有。这样子做，这叫做中国化吗？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吗？我担心的不是这东西现在怎么玩，我担心的东西所产生的效果会怎么去衍生。在银川啊，原来是一个新月，银川市很发达，有个中阿广场，它本来是一个它回族自治区嘛，本来我以前去的时候，路名还有阿拉伯文呢，现在把阿拉伯全部拿掉了，阿拉伯不是民族语的。好，本来是个新月，我们就换成一个中国式的玉佩，本来是这么一个大圆顶的一个建筑物，就盖成像左边这个样，完全改变了。这些已经不这样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去年去还跟我银川朋友讲，哦，你们来过台北来？他说在哪里？我忠贞纪念堂，蒋介石的拱北。你们为了去沙化，就是那种国民党化、蒋化，罪名更大。哦，吓死了！我就开玩笑，搞得不伦不类嘛，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东西看久就不做中国人了吗？这东西看久你不爱中国共产党了吗？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当中，我比较担心这种自卑又自大的情节。对自己没有信心，才对这种东西采取下手。好，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提到就是，回族知识分子去年在暑假的办一个红色记忆学追悼会，提醒中国高层，提醒中共的高层，
回族在中共建政当中有伟大的贡献，我觉得很无奈，这是一种表态。回民不要再被政府的这种政策给歧视，其实我们对中共建政是有帮助的，回民出了很多先例。好，最后啊，新疆可能来不及谈了啊，新疆实在是复杂。我最后谈到伊迪杭托尔提啊，其实没有关系，如果张老师你那个下课，那上课的时间那个是好，没关系，我已经超时了啊。这个会议室是应该接下来也没有要用。好，没关系。反而是说张老师你自己带着要上课，我说我一点要上课哈，没关系，我简单讲一下新疆哈，因为新疆的问题，各位想想看，中共建政以来，严格说起来，新疆还相对稳定，除了早年因为第一野战军驻于新疆，还有王震部队早年在新疆屯垦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比较叫正反，那是全国镇压反革命啊，全国在斗地主，所以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新疆不可避免跟中国其他内地一样，在一个极端的社会主义改革过程里面受到牵连。但是60年代开始会发现，其他少数地区，内蒙古出现了内蒙古人民党，叫内人党事件。蒙古族的精英因为早年受到日本的影响，所以中共借着内人党事件，将蒙古族的精英在60年代。大清洗，入狱、残杀、判刑，将近30000人。一个民族的基因在上世纪60年代被大整肃。西藏更不用讲，这今年中共很紧张，中共政权碰到酒就害怕，对不对？不是，今年碰到酒就害怕。上届是中共建政70周年了，各位想想看。逢九，对不对？别的不讲，西藏抗暴60周年，中国大陆叫西藏叛乱，我在西藏抗暴，发生在1959年，所以西藏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内用兵、对内发动战争最激烈的地方，整整打了四年，所以中共五大自治区，西藏是最晚才成立的，1965年才立，所以中间发生了西藏叛乱，我在西藏抗暴，1969年，有的。有64天安门事件，今年是整整满30年。有新疆的75事件，今年正好10年。这中共逢九啊，跟你匹匹操的感觉，九了是个结束。所以你看，新疆相对较比较稳定。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发现新疆都受到冲击，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可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变成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地区？我个人觉得国际局势是一个主要的。好，我们说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从来没有截止过，阿富汗战争，2次阿富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跟美国入侵阿富汗都造成中亚伊斯兰世界局势的诡变，而且更重要是突厥主义思想，还有这个所谓的阿富汗战争，还有中东局势改变，都造成了极端伊斯兰跟西方的抗争，更不要说还有一些边缘性的事物，包括俄罗斯的车臣战争等等。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想也影响到什么？新疆地区。所以有人说1980年代初期胡耀邦主政时期，为了平反文化大革命时候一些冤错假案，新疆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政策上放松过，就包括清真寺可以办自己的学校，在宗教思想来讲比较开放，但造成当时正好是中亚地区，尤其是苏联解体前后，那些极端的伊斯兰教的思想传到新疆来。所以中共现在有种想法，就是当年宽松过造成伟大不掉，当年宽松过造成后患无穷，所以新疆问题只能来硬的，不能来软。因为这不是中共能够掌控的，因为新疆是一个跨境问题，西藏问题好解决。我觉得西藏，所以好解决，不是说西藏问题可以解决。西藏是吧？北京、
一直在跟达赖政府在谈判，一直在谈判。达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达赖十四辈的传人，达赖十五辈将在哪个地方转世。当达赖本身自己也说他的转世制度是可以支持，但他也知道一般的信众知道藏传佛教这个格鲁派这个班禅跟达赖这个转世制度是必须保存的。中共也希望利用这个转世制度的决定权来仿照清朝成为传统中国政权对藏区的一个控制，一个主权的一个明显的实施效果。但上次班禅实际这个事情闹了双报以后就不好处理了。所以达赖现在很聪明，达赖喇嘛，你看达赖喇嘛最近为什么访问蒙古国，访问尼泊尔？达赖告诉北京，我是第十四辈，历史上记载我有两辈是在今天的蒙古国转世，在今天的尼泊尔转世，就我的前世没有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转世，有这潜力啊。但达赖也担心，如果达赖十四跟达赖十五过程里面到处都出现转世能怎么办？中共就是一定扶植一个，印度可能出现一个，美国可能出现一个，毛泽东可能正大也出现一个，怎么办？这对藏传佛教现在来讲是一种冲击。所以达赖一直希望大家有生之年回到中国的藏区谈判成功。可是新疆不一样，新疆的海外独立运动有四五十个组织，背后的抱团老板不一样，有美国的，有土耳其的，有日本的，有德国的，不同，而且有温和派，有暴力派，最重要是新疆的问题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确实有，所以他在过去抗争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制约政策的时候，他走暴力化路线。很多我的中国大陆好像跟我讲说，中共现在不用这种方法来严格管控新疆的话，新疆就是第二个阿富汗，新疆是第二个阿富汗。你想看看塔利班这个形象出来吗？禁止妇女上学，把新都库德山那个八年那个大火给炸掉。你想看看这种极端伊斯兰统治新疆吗？就现在中共也有一种做法，认为统治新疆的铁杆政策有它的合理性。这一点啊，我鼓励各位不要只听我在这边讲，上网去查，香港有中资背景的、有军方背景的凤凰电视台。做过一系列六集谈新疆问题，他访问那些先镇压新疆那些当地的一把手的谈话，他提供一些资料给你看，你信不信是一回事儿。我们常讲，不要老去看些什么没有必要的讨论群啊什么，我们看看对方的宣传是什么。如果有兴趣，上凤凰电视网有六集谈新疆，至少他很奇妙的，今天没有错，我们是铁杆政策，就铁杆政策，我要防止宗教极端主义，我要防止暴力主义，我要防止分裂主义，我要新疆不要变成第二个阿富汗。你用你的台湾民主那一套什么选举，那没有用啊，那造成生灵涂炭。好，我个人看法是，我称为这叫文明化疗。Kimo， 我们得了癌症，得了癌细胞，我们吃了毒药把癌细胞杀死，可能癌细胞杀死了，你的好细胞也死了。我常讲新疆问题。确实有极端分子，有暴力化，有不择手段，就跟宾拉登一样，宾拉登突击美国，911事件，若死伤的6000人当中有我的家属，我也不原谅这个组织。但是我们要想一看，宾拉登的做法固然可恶，宾拉登是怎么出现？各位都知道，宾拉登生长在一个沙特阿拉伯一个富豪家庭里面，他目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个伊斯兰的一个国家被苏联无神论组织、无神论政府占领，他投笔从戎。美国间谍欣喜，凡是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穆斯林都是我的朋友，提供最好的武器，提供最好的训练。他有钱想买武器，不卖给台湾，无偿的把这些最好的武器，一手头上有飞弹架在飞打架的，台湾想买不卖给你。无条件的送给阿富汗的穆加丁。等到苏联被迫撤出阿富汗以后，美国坐视阿富汗的部族政治，让这国家继续的分裂。美国不想重建一个所谓的民主的、文明的阿富汗，他知道让这些穆斯林、这些不同的政治人之间
互相去什么内讧内斗，然后美国在从中取利，这美国提供他一个海外国家主权或者他一个国家利益的手段。面对小布希政府占领像伊拉克一样，伊斯兰国是怎么出现的？一样的道理，当年对海山国王所控制的一些什叶派教徒，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重新培养什叶派的势力去打击那些逊尼派，就逊尼派的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跨国境的叫伊斯兰国，美国在这里面找到了好处。所以宾拉登看出美国这些 people， 他认为这些帝国主义都一样，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所以宾拉登从反苏变成反美。我不说宾拉登是对的，暴力主义绝对不对，假神制定杀人罪不能原谅，成果是假神制定杀人罪不能原谅。所以今天这种文化化文明化条之下，为了去抵抗消灭这些宗教极端组织或他的想法化的作为，把整个民族给对立化。我自己就是例子，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甘肃，我在平凉，几天后我住平凉市的招待所，我们住房子，我大陆朋友出身份证，我就说这是出台胞身份证敏感，台胞证敏感，他帮我订房子，我还聊了一下，空房间很多，政府招待所，我们在大厅等家朋友来的时候，我们都了解，一看长相知道是维吾尔或哈萨克人，一听口音更像，一来一看长相，一看身份证，没空房，再去到其他房间去。中国大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摄影家，在他网络上有个有名的一篇文章，叫《你们这个民族不能上》。他是个很有名的文化人，他去参加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会议，就他也入住了。他发现他房间里面没有网络，他下来到柜台说需要能开通网络，网络说开通网络开身份证，开身份证的时候那个人头也不抬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你们这个民族不能上网。”我的意思不是说暴力主义是对的，今天为了把新疆的极端主义不像下面的阿富汗，这种做法再留子孙。各位讲看，光一个二十八事变，台湾成为提款机，搞了70年，如此被利用，朱老师是专家，最有发言权，变成操弄选举、惠及民粹的不择手段。新疆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有不同的资料被保存了，其实手机就可以拍了，其实所有资料都保存下来了。50年后的维吾尔人怎么看这段时间的事情？这我常跟台湾的一些学生们讲，不要歧视越南人呐、啊。一间台湾新生儿当中，每4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属于他的母亲，不是传统的台湾人。我们的台北地区可能感觉不到，到桃园，你到云林你就知道。现在每4个新生儿当中就有一个台湾，就有一个人，他的母亲来自越南，来自中国大陆。如果我们台湾的社会对这些人是歧视的，说你越南人是卖女儿，越南新疆人是卖来的，你在越南做不了娼妓的，还是渣人。这些新台湾之子会爱这个国家吗？你的妈妈在一个被歧视环境中长大，你喜欢这个国家吗？不可能嘛！你恨死他，现在是这样，推翻他都来不及。所以新疆就在这边，你叫他做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结果就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怎么办？教我维吾尔语的老师是个党员，伊犁的，那个老师对我非常好，他汉语讲比我还好，他也觉得他今天能够做个大学老师，比共产党的功劳，他非常的喜欢做共产党。他跟我讲，他到新疆一样，假如我跟他一起去大卖场的话，我没问题啊，我过个门就可以了，过技术门就可以了。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手续要验身啊什么的，因为他是维吾尔族，他不爱中国共产党。所以我常讲一句话，新疆问题我们就作为一个台湾人，第一个我们不要小看，因为台湾比新疆远，中国大陆今天从他历史上来看，我比较悲观，如果习近平的内政他掌握不了的话，他转移他内部的矛盾，这是两个窗口，一是台湾问题，
第二就是什么？打日本人。中日这个仗还没解决，若加上内政失序情况下，邓小平要发动对越南战争，一样的。文革结束之后，他掌握军权，所以台湾人说新疆越乱越好，我们台湾可以在美国的保护下。所以，这是江南事件。这一国两制啊，这真的一国两制不在香港，我们在新疆。新疆特区的经验也在扩大化，这种现代化科技，这种全面维稳的这种科技，就开始包括人脸辨识嘛 ，DNA 检测，在新疆已经实验完成了，下一步再到其他地方，在内地三个。这不算新疆特区，还用歧视跟哈马斯最高不止本，让不稳定的情绪再有滋生。所以几年前，我本来不太跟这个有关，因为民进党政府上台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政大的老师去做民进党政府的一个国安委员会一个委员，希望去跟台湾的国安单位人谈谈新疆的。我说你在这跟我干嘛？他想想，台湾现在不了解新疆，关于乱想乱过，我就去做了一个报告。我特别提到，你民进党政府你要打什么打赖台了，你要搞五毒共和了，那是你自己的，但是我千万不要打新疆牌，你玩不起。为什么？第一个，江湖组织现40-50个，江湖人有暴力化现象。你台湾为了民主化，为了反中，为了挺独，你可以跟新疆这个概念结合的，民间怎么管你管不了。政府比较聪明，我这样讲不是替任何人讲，我是替我自己讲话。我不向民进党走火入魔，以为凡是反中的、凡是搞独立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你新疆玩不起，我就当场跟那些人讲：你新疆你玩不起，不是因为我是个学者，我懂新疆，我讲维吾尔讲的话，不是意思。你台湾民主化不要跟暴力这种东西，不要跟极端这种东西画上边，包括热比亚，我都讲白了。你要跟达赖政府互动，那是你的自由。新疆不要。所以最后，好，这三个局势哈，我刚提到了。我现在比较关心是这个，我刚讲的是这个台湾哈，台湾。现在美洲贸易战开打，各位，海外疆土组织最不能忍受就是小布希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应该是阿富汗战争之后，就是2000年初年之后。把他过去支持的疆土组织，包括东伊运、东土尔斯坦、东非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把他号召叫做极端组织、暴力组织。他说：“我是美国人养的。”哎，现在怎么办呢？因为他跟中国都有同样的联合反恐的需求，联合反恐。但是现在不一样，就像川普上台以后，那些美洲贸易开打以后，现在是美国把一个技术炸弹丢给中共。包括美中贸易，包括北韩问题，包括台湾问题，现加了一个新疆问题。美国的国会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新疆过。而且各位请注意，新疆问题的恶化不是从这3年以前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一直都是一个管控最严的少数民族地区。就现在把堂而皇之去做一个公开化，包括所谓的集中营的做法。所以美洲贸易开打之后，美国开始重新打新疆，而且不光是国会哦，要看美国副总统公司的讲话哦，都已经把中共凡是生的软弱部分都提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后的新疆问题，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了，它会变成美中贸易这种大国博弈之间的另外一个导向。好，最后的结论哈，抱歉，我这个东西到12点的钟声，再不再报告。好。我给各位两个问题的思考：伊斯兰在21世纪中国宏观的多元性中可有其应有的地位，它存在了1500年，在中国存在将近1400年。科技越发达，造成人类的理性思维应该要更多。可历史告诉我们很负面，科技越发达，人类理性未必是等同性的成长。等同性，纳粹主义能够在如此理性的德国环境当中滋养，这个滋养生成，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中国要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一个文明观，
能不能包含伊斯兰的概念？如果只是用内政管控，或者刚才我说那个数学问题，为了让13亿人能够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牺牲1亿人的权益是合理的，或牺牲2500万人的权益是合理的，那这个后续效益是什么？那中国的文明，我常跟中国大陆朋友讲，我们都读历史，中国历史上我们所谓的伟大的盛世，都是文化比较包容性强的时代。你看唐朝、汉朝，如果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做个21世纪中国的文明盛世的话，你反其道，违反中国历史的发展，你要成为一个盛世，但你的文明包容度是很低的，那这叫什么盛世？这也不值得思考。第二就是，当前不断强化的政治世俗化啊，这 political secularization， 政治无所不在的管控及其制约效应，是否影响伊斯兰在近代中国再次出现逆境重生机会？我个人本来是觉得什么样逆境重生？中国伊斯兰在近代以来，由清朝的回变、清朝的回民事变，到中共建政以后50-60年代，有一段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中国宗教信仰都是被禁绝。可是改革开放一出现之后，全部可以春风吹又生。讲得不好听，宗教是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讲得不好听，牺牲是美的。这牺牲不是光是指生命啊，这把这种磨难、这种劫难，当然是宗教的考验跟试炼。所以中国伊斯兰也有逆境重生的这种循环。可现在这种强化的政治世俗观，政治世俗观跟它的制约效应，会影响这个逆境重生的机会呢？就讲得白一点，中国伊斯兰是从谁被打趴了呢？以前是被打倒了，还有机会爬起来，现在有打趴之后再重生的机会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认为还是会，因为宗教的根是政治跑不完的，是跑不完的。别的不讲，1999年，北京镇压法轮功，那年我正好在北京，那年过年前，怎么突然这个中宣部这么多，还包括天安门自焚事件都出来，一个法轮功，20年来，没办法，你有什么境外组织啦、美国势力啦？一个法轮功，一个民间信仰，中共请全国之力都解决不了。一个在中国1400年的伊斯兰教，有2400万人口，10个民族的人群，他不是这么容易。他可能某种意义上他会改头换面，他不会在中国这个地图上消失。但是他消失后，他不会消失，但他的逆境重生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态势，值得关注。所以以上，很抱歉，这个新疆讲的太少了哈，这是我的通病，准备的PPT可能太多了。因为蔡老师很感谢给我一个这么难得的机会，来分享一下，会知道我谈很多是我自己的看法，很多是我的成见啊，成熟的见解。啊，毕竟我们吃这行饭啊，不能只是自娱，我们要娱人。我希望台湾人在一个民主、自由、资讯发达的环境下，多关心一下这些问题。我们不是一个资讯管控的社会，我们用理性来了解问题，用历史跟当代环境来思考问题。所以这种新的报告，也谢谢蔡老师，也谢谢朱老师，也谢谢各位的主席。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感谢张老师很精辟的，但还有很多资料，一些他的研究的成果，可惜因为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来听。那是不是还可以再20分钟？都没有，我怕有些老师呢用餐或什么的哈。我一点还上课，我没有关系，我怕你们。最有时间压力的应该这样。没有，我只要1:10到教授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就大学部的课没问题。好，好，请坐。好，谢谢。就这样。那就蔡老师，能不能先介绍在座一位东京大学这个海野博士哈，海野老师哈 ，Professor Uno。
Professor Yamasaki。哦，还不是 Professor。他现在在东京大学，他也在日本中央大学担任这个特约研究员，是日本年轻一辈研究回族学的一位很杰出的研究者。这学期是政大的这个访问学人，他下礼拜四，就是5月30号下午2点，在政大名著系有一个公开演讲，谈回族学的研究方法。如果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道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移驾名著系。我做个制度性传销啊。好，欢迎欢迎。是我们这个日本哦，一直都有研究中国穆斯林课题的学者，一代又一代，这样真是难得，欢迎多来台湾交流。哎，那我想我很佩服张老师哦，这个做学问的方法，一方面就是说他讨论问题很实际，他都是抓紧现实最关键的问题，不像我一直在形而上的世界在那边这个。好，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张老师他。真的就是说都很不避讳去谈很敏感的问题，而且也不避讳谈他自己的看，非常直截了当，批判性。是，所以我让虽然一方面有点捏巴人看，可是好像张老师一直以来去中国大陆做研究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可能这一方面可能有很多的地方，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个民族学或人类学这种田野调查，应该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平常跟那个张老师就交流的机会很多，今天利用这剩下的一点时间，还是开放给我们各位老师跟同学。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那个原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这个退休的那个朱宏远老师。在场，他也是这一方面，他对伊斯兰问题也非常关注，所以上个礼拜也来听我们演讲，今天也参加这一场，我们很多的同学，其他的应该都是同学，有几位我不是很认识，我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学院的其他系所的研究生，还是你的这个一些从外校的学者，不一定。我想时间就开放，张老师又补充一下啊，抱歉话多哈。蔡老师刚提到我在中国大陆做实证研究过程当中，我必须要跟各位提到一点是，我是个台湾出生的一个汉族研究者，将近30年来，我在一般台湾人比较少去的西北地区做田野调查。你说我本身如果踩红线的话，我早就不在这边了。但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带着学生去做暑期的田野调查，做了7次。我个人有句话，就是我觉得民族学给我的训练就是这样：你尊重人家，你不要对伊斯兰教带着一个有色眼光，但也不是很侥幸说你的宗教多好。你很吃兵当做朋友，而且买卖做一辈子。我没有付过一次田野调查费给我的访谈人，大家都是交朋友，几个家族20多年来帮助也帮助我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跟不同的文化族群接触，还是老话一句，你以诚待人，不要矫情。我以为我对伊斯兰教的一些看法，也跟人家互动，正面的或负面的，大家交朋友。我比较在乎的是，有些学界同仁去做实践研究的时候，第一个带着一种比较属于价值判断角度去看他研究群体，第二就是可能有点利用性，为了得到资料不择手段。我觉得这都不是一种好现象，所以我也在建议在座的各位老师或者是朋友，有兴趣研究不同的族群文化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回归到一个比较人与人之间本质互动的基础去思考、去做，这样得到的收获，那是甚至说学问只是第二种收获，那种做人上的收获反而变成第一个层次的。好，以上我对蔡老师说的这些，其实我自己当然比较少到西北去。在东部省混的这个回民地区，有感受到，其实他们的这种人员之间的互动，有时候我还觉得比汉族更直来直往，感觉上是更，反正我们以诚相待吧，他们也会同样的回馈。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这个也有同样的感同身受。那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稍微给张老师一点challenge，
哇，他应该经得起考验的，没有问题。我好像听朱老师的高教，对对，朱老师是前辈啊。朱老师跟朱师母都很关心伊斯兰教。这个渊博的知识啊，从刚才丰富的内容，还有敏锐的观察啊，里面呈现出啊张老师的热心啊，我们也听到了问题啊，这个就说大陆的问题所在。张老师也其实也提出一些首要，就是要怎么解决的一些原则。我们还是关心台湾的，所以张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台湾为研究华人文化的重镇，这句话我就很快乐的抄起来。这句话从 这句话来看的话，我们如何根据目前张老师所讲的大陆的真教及真国 的问题现在已经相反了。台湾怎么样来用？因为刚才又提到可能国安单位想要或许执政党想要利用新疆的那个混乱取其利，而且好像 有动手在做。张老师也讲说这不对， 你没办法。那没办法的这个状况之下，张老师认为我们有什么办法？因为刚才提的是大陆的首要，那台湾处理上了这个复杂问题，要走出新的一条路，这是我问的是一个大灾问的您觉得要怎么走比较好？谢谢朱老师哈，这个我只能这样讲，我不是很乐观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里面，因为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对于台湾本身现象的关注比以前增加很多。但我刚一开始提到，这种对本土的关怀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对台湾以外事物的了解跟投入显然是不够的。就算今天我们有一种非常称之为叫反中情节吧，但我们并没有去理性去研究中国是什么。我跟学生讲过，中国是祖国、邻国、敌国，你都要研究。而且现在在文化上还做一种刻意的切割。我说美国人独立之后有没有阻止他的子民去念莎士比亚？他认为发扬莎士比亚是美国的重要精神之一。就常讲，这是看我们这个国家性格、民族性格。现在所有事情都被选举绑架，政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仇中有市场，亲中也有市场，大家各取所得，为了下场选举。谈的选举文化就是我们的戒斗文化，跟过去女客戒斗、张群戒斗一样，第一步认清敌我，第二步不择手段，第三步打赢再说。所以我们都被这种以肯社会这种文化给影响了。所以你就要说服哪一个政党或哪一个政府的作为，去扩大我们比较理性的认识。什么叫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现在吃力不讨好，他先检查你的颜色，检查你的政党属性，检查你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我担心的。我们失去了很多契机，我只觉得我们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之余，我们的国家定位观不要再绑架我们对该有事物的认知。可是能不能做到呢？所以朱老师的问题很实际，但我也很悲观。以现在的氛围、现在的教育、现在所谓的知识阶层的自我反省，透过所谓的一种所谓的利益导向，一个学院派也好，一个社会工作者也好所做的做法，我看不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积极的反思性，都被自身所肯定的、所向往的政治立场去靠拢、去发声。去表态，去书城，去获益。当然我觉得北京方面也要思考，他好好解决台湾问题的话，他了解到台湾人对他们现在这一套有些做法攻击是不能接受的，不是基于所谓的传统的反共思维。朱老师是前辈，我们从小知道国民党教我们怎么去仇视对岸的十亿人，现在的执政党也告诉我们去仇视对岸的十亿人。台湾七十年来
都似乎没有透过政府立场来告诉我们怎么去友善看待这群你号称什么叫同胞或邻国的人。我们能不能跳出这个框架，我们不要被意识形态所绑架。我就觉得这是检验我们的民主是玩真还玩假的，很多东西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我觉得至少我能做的就继续在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做一般台湾人比较不关注的东西，但是必要时我该发声的时候，像为什么我要写一本不再写那种政大对于生冷跟讲出没有关系的科普书，叫《中国一三的危机跟转机》一样，我能做的，这是我至少能用我的笔。网络太复杂，你搞个网站水平都来了，你出个书可能好，或者是积极准备蔡老师准备要我来做的演讲，这都是分内之事，分内之事。所以谢谢朱老师的提点跟鼓励。同学们都很客气哦，我也抛另外一个问题啊。其实之前我知道说张老师一直研究一个西北的那个穆斯林教宗派化的现象啊，那因为这个现象刚好跟那个个人的宗教学研究有关系。其实这似乎是一个宗教少数族群普遍的现象。本来我们会认为，直观的认为，就是说一个宗教少数族群在面对主流的那个多数族群的宗教化学会更团结，可是不是，几乎就是说反而是更宗派更多。这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有研究南亚地区的穆斯林，看到了跟中国西北同样的现象，派别更多。那当然欧洲的犹太又是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所以现在以色列很多从全世界各地的犹太各种派别，从所谓的超保守派到世俗派到那个改革派，全部在以色列这边，然后在政治上就很，其实是内部是很厉害的，就是说他的那个合众言。那这个现象从民族学会的那里，为什么是这样？宗教少数族群为什么会派别更多？这方面蔡老师应该是专家，在座宗教所的师生应该更自个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一个简单解读是，我觉得信仰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它世俗化成为宗教以后，它就跟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进程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看这个哈布斯堡战争啊，还有这个所谓的三十年战争啊，中国明朝的时候，欧洲是陷入以宗教为屠杀为名的一套混乱当中，后来签订了西伯利亚条约。所以假神之名杀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做法上怎么去？像佛教传到中国来，也是用了佛道的一种对抗。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五之祸，就是宗教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一种信仰力量，它跟世俗化体系有它相容跟不相容的地方。尤其是系统宗教，我不想用你大家解释高级宗教的四个字。系统宗教的发展过程里面，一定会产生宗派化的现象。马丁路德是怎么来的？大乘小乘佛教怎么来的？对，诸如此类的。所以宗教的宗派化似乎是不可避免，所以伊斯兰的宗派化也不可避免。有学生问过我，老师，你说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是和平意思，为什么四大哈里发里面三位是被暗杀掉？就是这样，乌斯曼、乌马尔跟阿里都是被暗杀掉的，叫阿布别克尔，像是这个得以善终啊。我就说，因为它是宗教，宗教不是错，它的世俗化过程里面，当它变成一个神权体系，它变成一个政治体系之后，这种人类所有历史的载体都会出现。所以它会复杂化，就不用过度神圣化的来看，这是我个人浅见啊。不用过度神圣化的来看宗教的世俗化现象，有的东西甚至必要时还加以要指责要它，就假神之名干坏事嘛，对不对？假神之名来进行私欲嘛。所以西北地方中国的穆斯林的这块区块本来是个稳定结构，但从十九世纪以来，境外的包括苏菲派思想，包括现代主义的改革思想。传到西北之后，成为宗派化。中国没有所谓的实业或者所谓的这个逊尼问题，用副统先化来讲，它是 Islamization， 是一个回化的过程。就外来的宗派思想在中国西北生根，所以我刚去接触的时候，以为那是一个文化的多样性，后来才发现那是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一个信仰环境的大分裂。我甚至讲的不客气，有的时候不同宗派之间的对立性
超过民族性。回汉之间对立，回汉之间对立，就是不基于不同宗派之间对立，都是同一本经典哦，都信仰同样一个圣人哦。但是为什么在宗教的时间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差异，甚至党派化？说白了，就人的欲望。因为宗教代表的是权力，有时候代表的是财富，代表的是地位。所以有时候来看，我不说中共统治是对，中共这种制约型社会，至少它有一个好处，它这种宗派所形成的对立现象不要扩大，不要激化。如果这种 我非常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庆幸的环境，台湾的对立现象当中的背后没有宗教的影子。像蓝绿背后各有一尊神明的话，你台湾人性格才要打起来。所以我认为西北地区这个现象，它本质上的出现是不可避免，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他自己本身面临到这种世俗化过程里面，他有他的危机啊。比如苏菲派，贵苏菲派信仰老人家，信仰个 Sheikh， 他的一个 charisma， 一个神权性格。但现在这种神格化的人形的宗教领袖，对新兴的信仰者来讲没有吸引力啊。那他怎么去形成他的一个教派的一个程序呢？他就走向企业化，走向更世俗化。以前宗教信仰者、宗教领袖只是一个念经人，是个修炼者，现在必须要变成个 CEO。 一样的道理，这是 transformation， 值得观察。但我觉得再怎么变，我个人也常常讲，穆斯林的面对内部问题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汉人社会。你内部的自我转化能产生一种文明的说服性，让不了解你信仰的人至少能够尊重你，而不是仇视你，甚至矮化你，是激烈到消灭你。讲白了，自己的孽自己承担。我尽量做到这一点，喜不喜欢他们有人听进去。但恰恰我讲的，这是另外一个深的题目，中国西北的宗派化现象，而且宗派之间的对立很严重。但有的时候现在是比较隐忍不发，因为发现大难临头，哪个宗派都受到中共的影响，所以只好做一个自我的制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连其他省的穆斯林都觉得，一谈到甘肃那些地方的宗派，都觉得很痛，他们不想去碰，他们觉得自己像在云南或者说东部的这些省份的穆斯林，他就是传统的格里木，好像没有觉得 有那么复杂。我们学民族学的人啊，不喜欢谈民族性这三个字，因为民族性不是虚构的，什么韩国人民族性什么啦，啊，什么日本的民族性什么，这三个字不准。但我觉得穆斯林本身是在农商民族，虽然穆斯林本身他对于这一个利益的追求，他本身有他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诠释性。据说都到沿海地区来卖开发面馆，青海人甘肃在上海在甘肃在这个沿海地区开发面馆，那就规定了五十公尺内不准出现第二家，出现第二家我去砸店。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做把生意做好呢？没有。所以有时候穆斯林我常讲，你自己能去产生一种叫做分享性。我说宗教给人最美的一种道德的提升就是分享性，你把好的让人去共享，对神的好处，对现实的好处，对后世的好处，对当代的好处，能够去 share， 集体性的分享就是 charity。 为什么穆斯林看到这么少？光是老乡来都到上海开拉面馆，再进入到五十公尺我找黑道去砸店，这什么穆斯林啊？对，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有人，我现在担心什么？有人把这种现象当成是你这个宗教的文明出问题了，就是你的土壤不好，穷山恶水出刁民。我希望不要把这种概念视为是一种来自宗教的文明本质化的结果。像我在西北地区做田野调查，我有些女同学做这个穆斯林妇女的时候，都感觉到当地好像这个性别的 gender 方面，女生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我说你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华夏社会的性别观，什么是伊斯兰教的性别观。我们常说穆斯林的妇女没有人权，女人上街包得跟粽子一样，这宗教有问题，更不准谈同性恋。
我说你们在伊斯兰的教义里面，女儿不管出嫁与否可以分父亲的家产，没人讲这句话，讲伊斯兰就是stereotype， 男生可以娶四个老婆，女人就是被禁锢的，女儿可以分父亲的家产，为什么没有人谈？台湾的女儿，台湾的女生可以得到父亲家长继承，也是民法修订这二十年来的事情。所以我说我看过一个是选择性的，我没有说伊斯兰多好。我还碰到中国大陆的那个田野调查队，拿了国家课题，一个汉人小孩，一个汉人研究生要到宁夏去做田野调查，我说研究什么？妇女问题啊，男生怎么做妇女问题？你老师在做什么？做家暴。那张老师，我读过你的书，看看我的问卷好吧？我一看，我傻，前面有句是，你有被家暴的经验吗？你平均一周被家暴几次？我说你这个 questionnaire 给他家男人看到，你先被打，对，白痴了！我说你老是混蛋，不交接来做田野调查，有时候也会这种经验呢、啊。我们在青海巡划萨拉乌自治县，我的报道人在做田野调查，那么还能用萨拉语啊，或者用那个汉语讲，家里有人吗？里面有个女人回答，家里没有人，什么意思？男人在才叫家里叫有人，女人在不堪。若有人检督，你看女权又被践踏，不是？你要了解到这种民族存在哪里？我不是这样做是对的。我们最忌讳就用自己的文明观去过度审视你的研究对象的文明观，所以当成这个 parameters 当成一个尺度来看的时候，这种研究就是有落差性。但是我也不是代言人。我只是说，尽量用一个学术给我们的训练是什么？是思辨，希望尽量透过思辨产生一个比较合理性的解读吧。不是真理啊，真理从来不存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 reasonable 的一个解读。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中国反恐的相关的问题。就是中国它对于反恐法的立法跟它的惩处，它其实对于新疆它是特别的严重的。那包括是近年来的中国官方对于新疆种族灭绝，然后甚至是毁灭他们的清真寺，然后警察对他们的是用手机去监控他们市民，然后把百万人去拘押在北京的一个在教育营。那想问一下，就是中国他应该说国际上在反恐的一个过程中，他们是认为国际的恐怖主义是他们着重的，但是在中国中国的方面，他们认为新疆是他们最主要的问题。那刚老师也提到，就是新疆他们的问题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问题，不但是境内内政的问题。那想要问一下，就是国际他对于新疆人权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权利又是什么？他们可以介入去解决掉中国反恐对于新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中国反恐的一个行动对于新疆地区的一个侧重，那老师对于他们的中国所做的一些反恐政策，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建议？谢谢，我不太可能做什么相关建议哈，我不要被抓起来就不错了。我只能这样说了，那个现在很多资讯。包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境外的媒体，你常去看什么美国的媒体，所以美国媒体来找我访问，我基本上我不回答的，我被他们套过好几次了，包括华盛顿邮报。我觉得媒体都是断章取义，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担心是那些所谓的境外媒体谈到新疆的人权事务的时候，假设有十分之一是真的，那也很可怕。我现在所谈到的不是说关多少人，就像七五事件之后，有人就问我说：“到底解放军杀了多少人？”我杀人数字不重要，而是这个做法居然出现了。他们只要一个数字，我要一个解释。今天新疆问题一样，我跟各位讲过，有个迷思哈，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从来没有松紧，从来没有松过。我虽然讲了胡耀邦时期，那也是个党国体制的控制。新疆问题之所以激化的国际因素当中，还有一点就是1990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又正好跟六四事件的时间是一致的，就是江泽民上台以后，
所以中国的民族政策，大陆的民族相关的政策，从1990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做太多的调整，甚至还做了相关的请求，怕苏联效应出现。但是好在跟这个新疆接壤的几个中亚的加盟共和国的三个，不能五个，它的经济上非常依赖俄罗斯，所以它并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骨牌效应，反而在经济上很依赖。中共现在走的这个所谓一带一路也好，走所谓的这个叫所谓这个上海合作组织也好，它透过地缘政治，把中亚地区、把俄罗斯的后院跟中国的这个穆斯林地区或新疆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利益共生体。当这里面习近平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外交策略是对还是错，还值得观察。但为什么新疆采取高压手段呢？你这样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有几个解读。一个是从清代以来，因为中国的穆斯林的环境本来是比较稳定的，出现讲突厥这些人群之后，你看1933年、1940年爆发过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事件，所以新疆脱离中国这样的主权意识的行动，在上世纪发生过两次。但是中共建政以后，它的内政化管理，原则上这种境外分裂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没有的。但等到阿富汗战争，突厥主义思想再度进入，或这种所谓美国打反恐牌以后，这东西的极端主义思想又开始向新疆渗透。所以我刚跟各位讲过，你去看那个凤凰电视台的那个报道，它算代表官方，它有几分实情。就南疆地区，南疆地区，我们不能用台湾角度来看哈，我们台湾多元化很好啊。南疆地区文盲很多，经济比较不发达。那种极端思想进去之后，就说你不要相信政府，你杀害人可以进天堂，你让女生不要接受教育，男人留胡子，女人戴面纱，不要相信世俗的政府体制，跟着宗教走，阿富汗化。假如你是中共的领导者，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台湾是民主社会，美国对待异端也出现过大卫教派事件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个现象不断在出现，而且还有暴力化现象。这暴力化不管背后是谁主使的，是土耳其主使的，是德国主使的，美国主使的，还江泽民主使的，绑着炸弹去杀人，新疆确实有。这还冲撞到这个天安门的金水桥了。所以这种暴力化跟极端主义化，中国要下重手。问题是下重手，我刚才讲过，一个法治社会，你触犯法律，我就用法律来处理。现在不是以一个民族文化宗教来做一个挖根的做法，把整个民族给对立化。这里面要讲到中国文明的劣质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就是个大国崛起，民族主义在中共控制下变得非常的澎湃发展。就中国要崛起，就要产生一个 purify， 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要将中国文明的劣质面、糟粕面、败类面把它清洗掉。这种劣质面、败类面、糟粕面是什么？第一个上榜就是穆斯林。所以我认为，针对暴力组织、针对极端思想，应该有一套做法，你不能放任它。我不能台湾经验来看，让他们信仰他们就好了嘛，不信仰没关系，带面上没关系。南疆社会不是台湾社会，但是这个做法上把整个民族给对立化，明显在反人权的做法。我已经讲过了，我最担心的不是现在这位同学看到什么集中营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科技维稳了，现在做的事，现在留的债，以后怎么还？因为中共太有自信了。我跟一些学者聊过，他说新疆维稳这算什么？文化大革命死了几千万人呢，中共党员被斗死几百万人。我说中共这个政权，值得我们关注是，他对历史是无感的，连六四都不敢谈了。香港搞个六四纪念，北京就跳脚。汉人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维吾尔人被关一百万，你用讲台湾讲不好听，你那边啰啰嗦嗦什么？你们唧唧歪歪什么？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关死了，也没人来讨债啊。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一个政权刻意去淡化抹式历史的时候，它只会增加更多的债务，这个卡重点会刷爆。共产党很有自信，这个卡永远不会刷爆。这些习近平做法是什么？9000万党员党先巩固起来，9000万是他的铁杆军，剩下的11亿人口就是他的听话军。所以毛泽东，习近平不是在学邓小平，在学毛泽东。所以台湾要有个自觉，我们跟他只隔200公里的台湾海峡。我很不喜欢台湾这种，就是越来越好嘛，你倒霉了，我再可以沾光，我可以乱中取利。从来不想到中国古训四个字叫唇亡齿寒。我对台湾这点我非常不满意，就是某些政党的操弄，只是为了选举里面的选票增加，也在干债留子孙的事情。对不起，我讲的话没有听任何政党背书。各位可以发现，我不管怎么讲，我尽量要超脱台湾这种蓝绿额头下的某些格局。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你的思考方式去看待。目前为了维稳所产生这种效果，它今后，我刚才在最后结论提到，以中国的伟大复兴、民族崛起，就你净干一些债留子孙的事情，将来的人怎么还？将来的人怎么还？现在不一样，如果当年228有手机的话，现在很多事情可能会不同程度的展现或被操作，可现在不一样，现在新疆所有事情都留下了记录。将来这些记录可能都会被解禁。把一个民族放在一个国家的对立面，这个做法是不是明智？我担心什么？我周遭很多汉人跟我说这样做是对的，没有这种包容性。因为很简单，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中国传统的信仰有，但在中国大陆被以前，包括在台湾，华人社都讲一句话：“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你人在怎么做，你要敬天。包括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华人社会、中国人社会敬天法祖，这是我们文明的根啊。无神论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不敬天，不法祖，可以为所欲为。对生态的破坏，对权力的追求，对异类的迫害。我不见得喜欢西方社会，可西方再怎么样，它背后有基督宗教的力量。基督宗教的力量再怎么讲，真的还假的，装出来还是发自内心的，它就是一个宗教为基础下的这种文明力量是什么？这是两个字：道德。道德，法律是最起码的道德。我现在担心什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突然走社会、走党国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背后没有信仰跟道德的力量，这个崛起是灾难。新疆不过是个灾难中的一个比较被容易看得到指责的一个舞台，还有其他的舞台。因为我学民族学的，我做西北研究的，我比较关心新疆这个舞台的一面，而且新疆的舞台现在 最重要是它扩大化，新疆模式、新疆经验要局部往其他地区，比如现在全中国最精确的人口面孔辨识系统。为什么金融说我相信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什么今天要以维稳之名要采集维吾尔人数百万人的 DNA？ 我觉得不完全是为了什么，为了治安呢？美国的科技为什么会发达？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的731部队的资料透过九州大学给了美国人。过去我们知道，成平时期只能解剖老鼠跟兔子，战争时期731部队可以解剖活人。今天一个民族的基因库，被你中共掌握，非法的、合法的掌握，中共将来的生命科技绝对发达，像美国人得到日本731部队的资料一样。对统治者来讲，一本万利啊！
我控制了一个民族，我发展我们的科技。我刚讲过，还是一个数学问题，12亿人获利，让1亿人倒霉，这个数学问题划算。像北越认为，我死了500万越南人，得到越南统一是划算的。所以我们在台湾，我相信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像用台式这种粗浅的民主，这种民粹式民主来看中国大陆的现象，这很危险，有点暴冲，有点自认为理性的非理性。你可以批评中国大陆，但是不是那种乡民式的，那种同文层式的。我跟你讲过了，以色列的高中生必读阿拉伯语。我们今天对中国大陆很多不同的看法，好，蓝绿统独，有哪些人是平下心情来好好理解一下过去70年来中国的文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只有仇恨，只有对立，只有堵拦，没有理解。包括学术界还领头发表一些非理性言论，还甘心为政党服务，竟然号称叫老师、教授、院长。对不起，你讲过吃中餐啊，今晚点吃。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公开场合，我现在要讲真话。对对对，这是大哥讲的风格。这不要讲一句好像就是套话、客话，对。同学很诚意回答，我给我有诚意回答。好了，那因为那个下午我们也要上课，张老师耽误你，看到我们是两点上课，耽误你更长时间，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们这今天大家就是听得都很过瘾。那因为时间也很有限，我们再一次的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老师的精辟的演讲跟回答问题。好，谢谢。谢谢。请各位老师、各位我们这个上课的同学到二楼去，到二楼去拿便当，但是那个我们就不在这边用餐。但是我们两位老师有准备，两位老师的便当。有准备有。朱老师麻烦了，不好意思，我要上课。我们那个还是用餐吧。没有，可以带着便当回身。我吃饱去上课的话，影响思路了。是那个季老师记得，饿着肚子比较大。我寄给你啊，那个叫。对，反正那个张忠谷老师就在那个圣六院，就在山下。记到你家里房间有机会就厉害，不记得还是再记得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太好，跟师母好，好密切联络。谢谢。对，木头在这里。上课的同学应该是在西湖市那边，便当可以挂一些。对，不是，现在教室还没有，我进来还没有。对，所办对面的西湖市，会在那边学一下。所以要去吃饭吗？要去吃饭，边吃边谈。你们就是带便当，就是看你们要在哪里吃，或者都可以。你安排。是，对，可以。你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要不然我的朱老师如果就要吃完再回去，那我们就在二楼。我跟着走。对对对，好。那同学聊一聊。